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着来还学习呀、啊，这个《般若心经》的这个“般若”二字啊，因为这部《心经》呢，主要就是讲般若的啊，般若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了义的、究竟的第一义谛，也就是一真法界。我们明了般若呢，开般若智慧了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啊，去向无上菩提道，所以佛法呀，就是以智为先导的。那大家学佛呢，一定要知道啊，哎，就是要向佛学习怎样开智慧的方法，就是破迷开悟的方法。悟了呢，悟了才能修啊。说我们没有开悟的时候啊，就是没有真正明白的时候啊，那么修不修呢，也修了。怎么修的呢？哎，就是盲修啊，叫盲修瞎练。为什么盲修瞎练呢？因为找相，啊，大家自己就知道了。我们这么多年学佛，得没得利益啊？啊，就说你是不是心真的清净了，啊，自在了呢？哎，问问自己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着相修行啊，每天瞎忙活不得利益，啊，所以我们要开佛智慧，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开佛智慧，啊，佛的智慧呀、啊，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智慧德能与德相，本来就具足的圆满的智慧德能德相。那么为什么不能显现出来呢？哎，就是被妄心住妄尘境界缠缚了，给遮障了。啊，那我们通过学习般若心经啊，了达了这个事实真相了，哎，转妄就成真，啊，就从妄尘境界里面回过头来，啊，回归真如自性。佛既是般若，故曰信般若啊。若不信一切法，则不攀缘。妄想执着一切法，不攀缘；妄想执着一切法，则不随生死流。不随生死流，则是入圣流。圣流即是佛，佛即是般若。故曰信般若啊。若不信一切法，我们在家出家优婆塞优婆夷呀、啊、翻译过来呢是清净士，是清净雅致之称，以三规自居，以五戒自守，能常念佛念法念僧，功德不可思议，五欲六尘呢不能侵入啊，随顺佛法的净化因缘，好好的守五戒，啊，断除五种出众的过恶，杀、盗、淫、妄、酒，啊，这五种出众的过恶，就能够避免危害。危害啊，就是害自己，还害他人啊。这样才能够吉祥如意，消灾免难。在家弟子呢，对于饮酒啊，这一法，我们不能信他啊。就不能进入这一门啊！如果你不饮酒啊，你就不会、啊、进到这个喝酒这个门里面去啊。我们心里不想了，口里不说啊，身不照，既行受啊，都不饮酒啊。宁肯失去了色身的浊命，再也不能进入这一个喝酒的门里面去。与酒这一法呢，就得解脱了，啊，那么我们说怎么解脱呀？啊，有很多人说我天天生烦恼，我怎么能解脱呢？其实，烦恼是你迷了生出来的，啊，你迷的什么呢？就是物，啊，人是物。当你说我不执着这个人的时候，我不念他了，其实说这事儿我不想他了，啊，不想他了，你就解脱出来了，啊，就是你的执着心造成你去轮回。怎么脱离这轮回呢？哎，就是我转过念头，
佛法就是转啊，转识成智嘛，啊，能转过来啊就叫解脱。所以我啊，我们喝酒的人呢怎么能解脱呢？我把酒这个相啊给它看破了啊，我不执着酒的味道啊，那么你就从酒这一法上解脱出来了。我们为什么食掉了生命啊也不饮酒呢？为什么有的人为了饮酒食掉生命呢？相差悬殊，这就是信和不信的差别啊。如果你信酒呢能把你生命啊给断送了，那我就不喝酒了啊，不喝酒你就不造业了啊，不造生死业了啊，那么你就解脱出来了，从酒这一法就解脱出来。一就是一二的一啊。那么不相信的人呢，哎，他就会去喝酒，怎么样呢？就会失掉生命啊。不信决定啊，不妄想执着，这就不受他的危害。佛法就是让我们能够断除过恶啊，恶的行为啊，恶的习气要断除它啊，恶的缘也要断除它，哎，就是利益了。恶的行为恶的因缘呢不能断除，这就会有危害啊。这个危害呢就是害自己害他人叫危害啊。祖师讲的举心即惑，动念即乖啊，举心就是没离相啊，违背自性。地藏经里面讲啊，这个举心动念呢无不是罪呀，无不是业啊。动念即乖就是你起心动念啊，就违背自性的。举心动念即是生死流啊，当你起心动念跟自性不相应的，你心有执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入生死流了啊。业已经形成了，哎，你想啊，你想我想这个事儿，这叫这意业。你起想念的时候，这叫意业。虽然没有把它啊变成现实，但是已经有因了，叫业因啊。有业因遇到业缘，然后去实行才会有业果啊。要从真实意义上来说，举心动念呢已经进入了生死流了，生死在心上啊。祖师说生心即妄啊，你起心动念就是妄，不生即佛啊。佛是本体啊，若能如如不动呢，那就本来面目吗啊。若你起心动念了啊，动念头了，就是妄念啊。也是这个意思啊，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信，也是这个意思。若不信一切法呀，绝不会攀缘啊，就是世俗世间法呀啊，还有志向啊啊，这一切法都不信，都不信了，就是不生这个念头啊。万缘放下啊，是这说的，一切都放下了，都不攀缘啊，妄想执着的一切了啊，就像杀生这一法啊，有的人贪食众生的肉啊，去杀生。使众生流血牺牲了，受极大的苦啊！但是呢，杀生者把他杀了，吃掉了啊，不会白杀的啊，不会白吃的。他虽然被杀掉了呢，他的冤魂呢还会纠缠不清啊，在一切时处啊，往灾难处推他啊，牵引他啊。杀生者呢？不会有吉祥的事儿啊，就会有灾难。将来呢，后果呢就是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你杀什么动物了，将来你要做什么动物，让人家杀，这叫互相残杀。对于杀生这一法，我们见也啊，我们再也不生心，也不想了啊，口呢也不说了，身也不照了，哎，我们就不欠他的债了，找不到啊。这样的
业报啊，就说债主啊，他也不会找你算账的，你没有去欠他们债，所以说他们不会找你算账的啊。不但不杀的呢，还要尽我们的能力啊去救度他啊，这就是随顺法性的，随顺了佛的慈悲之心了啊，就能发起我们的功德了啊，增长我们的善根福德福慧啊。因为我们呢不相信这依法了，就不攀缘了，妄想执着就没有了啊，依法也不能执着啊。这是因为般若呀讲的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清净的啊，它没有一物可得，所以让我们呢如日出虚空，让你呀、没有把柄可以抓到的啊，就是依法也不贪恋了啊，依法也不信，就是依法也不贪恋了啊。这个什么境界呢？这是你啊般若智慧开的境界啊，各位别说颠倒了，你开智慧的境界就是依法都不可得。因为心经里主要讲的告诉我们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如果你还有依法可得呢，那么就像喝酒似的，你还有我什么都放下，就酒没放下，大家说能不能成佛呀？能不能清净啊？不能清净。能不能解脱？不能解脱。因为你还有一个酒没断，酒就是依法嘛，杀生也是依法啊，一是一二的一，有依法没有放下，那跟本来的自性就不相应。所以我们学金刚经啊，大家都知道金刚经里面教我们怎样做呢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无住，无住生心，就像佛来到这个世间似的啊，他弘法呀，他度众生啊，但是他无心，心无所住啊，就是心不住依法啊，世俗世间法他都不住。如果佛要住世俗世间法，佛就不说了，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他就有法可住了，佛无法可住啊，就说无世间相、出世间相还有智相都无住了，所以佛就住究竟涅槃了。住涅槃也是相，也没有什么涅槃可住的啊，都是名啊。我们要明白，不是你不用心了，有的人说那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吗？那麻烦了，落入空里面去了，空有不二啊，就太阳时时放光啊，那太阳就要是说无依法可得的，无依法可立的，那我就不用了吗？太阳就好比不放光了吗？那不就麻烦了吗？啊，太阳时时放光，但是说有没有光可放呢？放光它不执着啊，做到一切他也不执着，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他常放光啊。我们若有依法可得了，那我们的智性呢哎，就被障碍了啊，就被这依法障碍了。喝酒的依法能障碍你，吸毒的依法能障碍你，杀生的依法能障碍你，偷盗的依法能障碍你啊，你就执着佛法障不障碍你啊？也能障碍你啊。说我们要把佛法用明白了，佛是心，心生佛，心生法就心生佛啊，这心佛不二，心法不二。所以若不信这一切法呀，则不攀缘，妄想执着一切法，不攀缘妄想执着了，省去了很多麻烦。世间讲的有事不怕事儿啊，没事呢不惹事儿啊，这句话要听懂啊，有事不怕事儿啊，没事不惹事儿，重在不惹事儿啊。所谓的不惹事儿，就是不去攀缘啊，妄想执着这一切事儿啊。说一个修行人呢，他每天去攀缘外面的境界啊，他就叫惹事儿啊，就是人家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本来没有依法可得啊，没有依法可得。你有依法可得，那就是智性是一，你有依法可得就是二法了，要把那二啊回归一，就归一啊，归一一真法界。说为什么说有的人就不理解了，说你一天老说要不让大家攀缘，什么意思呢啊？你不懂啊，你等一天有一天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说护持大家这么不容易呢？哎，就六根呢不让你攀缘外面的六尘境界啊，不让你造那个重恶啊。一旦你染上了外面的境缘啊，升起了妄情，完了就没有办法啊给你拉回来了啊。这都是我们无始劫来啊这个大的福德因缘啊，
赶到这块了，我们能够撒手归来重检点，一撒手都放下了，要不然你没有机会。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珍惜呢？我非常珍惜每个众生的因缘，但大家也要珍惜自己这个因缘呢。你这是出苦得乐的因缘，世间的小利你不要执着，那是攀缘的境界，那是六根缘六尘的境界啊。你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就知道那个境界是假象，你别上当啊。你看那主持大德爹妈跪那磕头哭啊喊呢，他也不还俗，他也不动。为什么？那爹妈托我去渡长河啊，渡圣水长河里面，他干不干呢？他不干。说世俗人呢，为什么说你要皈依进门呢？学佛是以皈依做标准的，好，皈依你就进门了。你像我们皈依都没学明白皈依，能不能进门啊？进不了门。为什么？我们皈依是找相皈依，那么佛教我们皈依教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皈啊，所以我们大家进没进门呢？没进门啊。以三皈依作为你入佛门的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啊。如果你真正明白三皈依了，那你就不是凡夫了。为什么呀？皈依觉、皈依正、皈依清净，干嘛？皈依自性呢？一进佛门就明白皈依自性了，你想一想啊。但是我们皈了这么多年，皈没皈归来呀？皈没皈回来呀？皈了是皈了，皈的没依呀，没依靠自性啊，因为还找相呢嘛，啊，这个般若智慧没现前，不能照破空相，空性的相不可得的，啊，你要能知道空性的相不可得，你就不依空性的相了，你就依那个空性了，啊，依实相就不依妄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般若智慧没开呀，不好转啊。说了学了这么多年啊，还是每天事儿那么多啊，惹事儿啊，六根还要去攀缘六尘境界啊，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切事儿啊，本来呢没事儿啊，起贪心去妄想执着这一切，就招惹了很多的麻烦灾难痛苦啊，最后极重难返啊，不能够排难解愤啊，牵挂障碍，现前的苦就不得了了啊，将来呢还要去寻业受报啊，甚至于死掉人身就进入三途恶道了啊。你这一生事儿啊，这事儿就扯的就无量无边了啊，一个事儿一个念头扯了一大堆，是不是这样啊？哎，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说一念不生呢？就是一念轮回的念头也不生啊，一念善恶的念头都不生，生就是生净念啊，不让你生染念。所以学佛干什么呀？哎，念念清净，不离自性，生心要清净啊，生觉悟的事儿，不生迷惑颠倒的事儿啊。觉悟的事儿就成佛的事儿啊，与自性相应的事儿，不然的话我们一生啊，这个念头就掉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啊。定业呢不可转啊，不知道过去做了什么啊，往业现前，定业成熟了，不好的事情就现前了啊，我们要正确认识啊啊。这就是寻因结果，寻业发现啊，说一切祸福啊不是从天上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啊，不是别人给的，哎，我们是自己做的，自己来受报，所以不能怨天尤人啊，好好的改过啊，忏悔啊，敢往修来，在逆境上啊，但发好心啊，随顺法性，不能够去违背啊，从逆境现前了，我们要随顺法性啊。不能随着逆境而转了啊，这样就能够消灾免难了啊，度过这个生死的险道啊，就能够改变过去呀、
被动的局面啊，那么前途呢就是光明的啊。如果我们破罐子破摔呢啊，说这是啊某某人给你造成的啊，冤枉我们了如何如何的，那就违背了因果的规律啊，我们就造了恶业了啊。你不造恶业呢，果报不会现前，你造恶业啊，恶果迟早会要现前的。所以修行人呢他没有抱怨啊，为什么不抱怨呢？他的不变是非以不变啊为智慧，不变就没有了吗？说谁说谁什么是非的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有关系也没关系。为什么？顺境逆境我都不着境界啊，不住境界啊，为什么？哎，我心里头啊，心地也是清净的，没有一物可得，本来无一物嘛啊，不管是谁说我无所谓，我们大家都得练呐 啊。你要是不练这个心性吧，你没有办法解脱。得失顺逆正邪善恶是非啊，这一切你都在这练。如果你不练心的话，你心就会随境界转啊，你心随境界转，你怎么能出家呢啊？就处理那个烦恼之家，回归清净的乐土啊。你要转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出家了。所以我们时时要转啊，不被境界所转啊，转境界。再说业报逆境啊，体性空寂啊，生灭无常可坏。斩得如是，业力散了就消失了啊！不要当成真实的啊，无我我所，演一时之苦啊，就是以苦，一苦永乐啊！今生我们修行苦啊，今生成就了呢，再也没有苦了啊，就得永久的安乐了。佛在《阿含经》中说啊：“不愿能胜愿，持法终不朽。”不互相的怨恨啊，不互相的伤害啊，能超过互相的怨恨啊，互相的伤害。如果互相的怨恨缠缚不清了啊，不要互相的怨恨啊，互相的伤害啊。今生你还我的，来生的我还还你的，就叫仇还宿债啊，共业相牵。同源相契，纠缠不清啊！你说谁冤枉啊？谁冤枉谁呀？啊，都是互相的啊，伤害造成的啊。所以说，我们修行人呢，啊，就是无心的，无心就是无事儿的人啊。有心就会有事儿啊。所以说，在人我是非上面呢，得失利益上面呢，哎，这个不要有我啊。有我就会有斗争，有对立啊。那么一个僧团的建立啊，它是要依六合境的，依六合境这个僧团呢就叫和合僧团啊，叫清净的僧团，大家在一起都能成就啊。所以说谁也不要看谁不顺眼啊。再我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修行人呢常自啊常自关照啊，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要不要往外面看呢？其实我们在十法界之中，在十法界之内啊，这个十法界啊，就地狱恶鬼畜生啊，人天人阿修罗啊，阿罗汉毗尸佛菩萨佛啊，还有魔呢，还有魔的法界呢啊，魔也是心造的嘛啊。那我们要看什么呀？哎，时时的观心啊，离念啊，心要离开这些念头，生死轮回的念头，不觉悟的念头啊，心要念佛，要念清净啊。所以我们如果能保持这样，你就是百毒不侵了，什么五欲啊六尘呢、啊、哎，都侵入不了你的身心里面。你不要往外面看啊，这个人害我，那个人害我，谁能害了你啊？提婆达多还有波旬啊，派着魔女去害释迦牟尼佛，害没害了啊？害不了你。为什么？因为你自信啊，如如不动的，不生不灭的，谁也害不了你。害你的，害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妄想。哎呀，这人害我了，他想什么办法害我了？
啊，你看，观世音菩萨普明品里说的，啊，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啊，不能损一毛，是不是？你要念阿弥陀佛，能不能损害你啊？根本损害不了你，怎么能损害你呢？就是你，我要真正来伤害你，啊，你就起烦恼了，这个时候我就伤害你了，啊，为什么？魔就是让你动念头，各位听懂不？你动念头的时候，你的心就不清净的，你就不自在的，魔就高兴了，说我就让你生气，而你就生气了，那个时候你就中了计了，听懂没有啊？所以说心地清净无事儿啊，不生气，生气就是迷了啊，什么事儿也不放在心上，向弥勒佛学习嘛，对不对呀？所以那个思想啊，要清净，不要总想着那些染污的事儿。为什么？你念佛呀，啊，谁也害不了你，啊！他们大家说：“哎呀，你每天接触这么多人，你不招东西呀？”我说：“我招佛呀，招没招佛呀？招佛呀，啊！因为你心里清净，就招佛嘛。如果你心里去想着魔的话，想着众生的话，招不招众生啊？你想钓鱼，鱼钩拿来往上钓，用诱饵的，钓的全是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心清净想的佛，大家说你是不是佛？啊，佛是觉悟吗？智慧吗？你想佛，心里想佛，就是想觉吗？这是智慧吗？那你想着五欲六尘，那就想烦恼了吗？啊，心想生的，别人害不了你，所以不要去啊，每天抱怨啊，张三那不正要害我，李四的邪来害我，你自性没有正邪啊，你不着正邪。正和邪，谁能害了你呢？没有人能害了你，啊！佛说，世道正如六龙舞，啊，正在哪儿呢？道在哪儿呢？啊，六条龙在空中舞，哪是正，哪是道呢？哎，论正论道啊，啊，本身就是颠倒的，不论正不论道啊，道就是颠倒。往心歇下来了，离了正道之相，就是般若啊！各位听懂了？六祖大师啊，给慧明大师开示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啊，说平息诸缘，端身正坐，不思善，不思恶的境界，就是你名上座的本来面目啊！这里面佛就说了，啊，离了正道，颠倒的道之相，就是般若啊！没有正的相，也没有。颠倒的相，那本来就是无相呗，没有善的相，也没有恶的相状，那不就是自性吗？啊，各位能不能从这儿去找到悟到你的真如啊？啊，你听了以后，你得对号啊！啊，当你离开正念和恶念，正念和恶念都没有的时候，那是谁呢？啊，你往回观，啊，这就观到谁了？观到自在了，观到自性在了。因为自性它没有善也没有恶，它没有正也没有邪，啊，也没有颠也没有倒，啊，那就是自性吧，啊，那就是本来面目嘛。佛说，住正道者不分别是邪是正，啊，这个正道是没有邪正的正道，啊，如果你有正邪呢，那还是不是正道呢？还不是正道啊。佛又说了啊，有余无争，牛皮。对龙绳，啊，有余无争啊，就像牛皮对龙绳似的。牛皮是最有韧性的，龙的皮呢，做的绳子呢，也是最坚韧的啊，最扛拉啊。那么他俩纷争起来呀，不两败俱伤吗？啊，都牛皮也是很有韧性的啊。那龙皮呢，做的绳子呢，但是也是很坚硬的。都是很扛拉的，他俩要争起来，你想一想，是两败俱伤的，都得断吗？啊，有与无在我们心中相对，正与邪在我们心中相争啊，生死祸乱炽然而起啊！佛法它不是相对的，它是依法，相对的才会有世间啊！离开了依法，离开了相对的，就没有世间了。也没有生死的，那就是本来面目啊！住正道者啊，不分别邪正，分别邪
分别正都不是正道。啊，离了邪相，离了正相，不纷争了才是般若。啊，那什么是般若你要知道啊。啊，如果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哎，什么是般若不知道，那没办法，你还不能够开启你的智慧啊，没有办法表达实相啊。就是要超越对待啊，超越相对的啊。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绝代莫论啊，一真法界它是没有相对的啊。祖师说是非以不变为解脱啊，他越和他，你越和他变呢，辩论呢，啊，论是论非呢，这个绳索呀，纠缠的就越紧啊，因为你没有离开事相啊，没有离开非相啊，说明不相应的还不是般若啊，要不变呢，哎，不变是也不变非呢，哎，这就是般若。为什么呢？因为自性里它没有是也没有非。啊，所以说是和非呀，你都不要去分辨，也不要去纷争啊。大家修行总讲理，有什么理可讲的呢？啊，那修行不讲理吗？讲理吧，你讲理讲一辈子讲不完这个理，是不是？理来也不讲了，那不就清净了吗？啊，非得要变一个真理出来，啊，两个人在那变，就像那个牛皮对龙绳似的，在那变的话吧，都烦恼，啊，一变，脖子粗，脸红的。是吧，那叫争吵啊。说离开了事相跟非相啊，说明事相跟非相啊都是不相应的，这还不是般若。要离开事相跟非相啊才是般若呢啊。说我不能忍可呀，不忍可还是妄情在发挥作用啊。有这么一句话啊，不管是世间说的啊，还是祖师说的，事不随心，还有秉性没化啊。秉性没化呀，说明还有妄情没化啊，所以就不随心啊。事不随心，这个妄情啊，就是妄想，就是情执。你还有妄想情执，你怎么能随心呢？随心就是顺性呢啊。没离开好事和坏事之相，还是起心去妄想执着。贪嗔痴慢那个性啊，应该在心地上找啊，化解你自己的贪嗔痴啊，这样就了然无事，一切无碍了啊。说修行人干什么，就是化你自己的性啊，化你自己的习性秉性啊。你还有妄想，还有情执，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随顺你的自性啊，随顺真心本性啊。佛法就是解决心上的牵挂障碍啊。各位你要知道佛法是干什么的啊，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就会用错佛法了啊。心上没有牵挂障碍了，自然般若就现前了啊。牵挂障碍是指心说的啊，这种妄心没灭啊，心上就愚痴暗昧，就黑暗啊，就越来越颠倒啊，甚至发狂，像精神病似的啊。这样的事有没有呢？哎，有啊，真有的，像精神病似的啊。就是因为妄心严重到了一定程度了啊，最后啊就不能主宰了，就像那个啊，撒缰的野马一样啊，自我危害也会危害别人啊。我们妄想心呢，一生出来啊，一执着情非情境啊，执着一切境界，那么心就生贪嗔痴，这个时候就会发狂啊。你看我们贪心一生起来得不到的时候，那就哎可以杀人啊。不攀缘妄想执着一切法，则不随生死流。啊，这是定啊。一定是这样的啊，佛说啊，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什么都不妄想执着了，自然就证得本来之般若妙智，就是佛的智慧啊。
这个佛的智慧啊是本来的智慧。那么我们学般若波罗蜜蜜多心经干什么呢？就让我们呢开启我们本来的智慧啊。不随生死流，则是入圣流啊，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啊。不随生死流，不进入六道生死，那么起个假名就叫圣流啊。声闻缘觉菩萨呀都是入了圣流的啊。有的人证了阿罗汉了，我们传统习惯说啊，这个人成佛了。那么对于六道众生来说呢，他叫小乘涅槃啊，佛是无余涅槃，就是究竟涅槃啊，是尊圣啊，最为尊贵的圣流啊，就是佛啊。佛是指心说的啊，佛者觉也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更没有依法可得了啊。入圣流了就是佛，佛就是般若，以法为身的啊，以慧为命的啊，就是法身慧命啊，这就是般若。佛心，佛的心呢，全体是般若智慧之用啊。那么众生之用呢，也就是佛的全体大用啊。佛利益众生之用，就是佛的全体大用啊，都是智慧，全部是利益众生的啊。佛啊，没有危害啊。佛既是般若，所以一切法不信呢，则信般若，故名信般若啊。我们这个信这个呀，信那个呀，贪着世间的一切呀，啊，这个妄想执着这个那个的啊，心乱如麻啊，那能是般若吗？说我这个心呢太乱了，因为你妄想执着太多了。大家说我修不进去呀，说老的也修不进去，那小的也修不进去，还是说那个念书我念不了啊，我念不进去呀啊？为什么？就是你智慧没开，你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心特别重，说你没有办法呀，使你的心能够静下来，你就妄想啊，不停的一念接着一念啊，这样呢，你的心神就不宁啊，像神识溃乱啊，乱麻一样，像贼似的啊，在那里边作乱啊，所以你也不能清静啊，所以般若智慧现前了，照破一切相啊，哎，都不可得啊，了不可得，这心就清静了啊。不信一切法，佛得大自在啊！佛不信世间的一切法了啊，亦不信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佛不被世间的一切法所拘啊，亦不被出世间的一切法所拘啊，所以佛能够超越两种世间啊，出离分段和变异两种生死啊，得大自在了啊！我们本师啊，三觉圆满。佛不信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法，佛若信呢，就不能在般若经中说了啊。一切法不信，则信般若啊；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这是本师证得真实地理啊。佛不信世间的一切法啊，内至身心，外至世间的一切事物啊，三界六道的一切事物都属于生死之病，叫业果啊。依报世界是我们的共业所感的，正报的身心苦乐呢是我们的别业啊，正由业力感报此身啊，苦乐通过它啊，通过这个身的受用啊，我们自己没有业呢，怎么能够生到这个世间生死轮回呢啊？是受业力呀 啊所支配的和牵引的。所以世间的一切法呀啊，是从果上来说的啊，是苦果啊，众生在迷啊，认为一切呀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还去贪着呢啊，妄想执着它，所以佛呀不信世间的一切法，亦不信出世间的一切法啊，因为世出世间的一切呀啊是对待法，互相对待啊，就是相对的而建立的啊，六凡没有了，
四圣呢也没有了啊，有六凡才立四圣啊，六凡四圣没有了，就一真法界唯一真实，更无虚妄啊，六凡四圣都是心造的啊，有迷啊就会有觉啊，有邪就会有正啊，有六道的迷才有四圣的觉啊，没有迷觉，觉也是虚设，也是名字，也是假名，所以世间法不信，出世间法也要放下。这个不信呢，就是不让你执着，不让你贪，啊，不贪世间法，也不贪出世法啊，因为世出世间法呀，它本来没有啊，它是相对法啊。亦不信出世间的一切法，所以佛不被世出。啊，不被世间的一切法所拘啊，亦不被出世间的一切法所拘啊。出世间的一切法属于法要啊，世间的身心世界呢，属于苦果，属于病啊。各位要知道，我们学习出世间法呀，来治我们这个世间法啊。世间法呢，就属于这个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是起心动念造业得的苦果叫病啊，法好比药来治病啊，病没有了，药还用不用了呢？哎，再信药也没用了啊，病治好了啊，刚开始要信病，有没有病？有病，有病呢要去找药啊，出世间法就是药，那么药找到了，把病治好了，那个药还要不要了呢？不要了啊，过河似的啊，过河需要船啊，那么船也找到了，也过河了，那船还要不要了呢？哎，你在河的这一岸呢就是世间法，你要过到河的那一岸呢就是出世法，就解脱啊。那么这个船呢就好比是出世间出世的方法啊，到那岸就是解脱了，解脱了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船呢还有这一岸的一切呢都要放下了，这就叫到彼岸，到彼岸了啊。世出世间法本来没有啊，因为我在此岸，所以要有船啊。如果到了彼岸了，船就不要了，此岸的一切你还执不执着了呢？也不要了啊，就是世间法啊，你也不能被它拘束啊。出世间法你要把它放下啊。所以佛能超越两种世间，不妄想执着世间，不妄想执着出世间啊，超越就是离世间的相，离出世间的相啊。各位呀，这是从哪离的呢？从心上离啊，并不是我们到外面去离，也就是说从心上转啊。你不念世间法的一切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的啊，你不念这些了，这就清净了啊。你不念这些了，你还念出世法，念出世法把世间法就转了啊。转了以后呢，那么你要长时间的转呢，那么你就要长时间的用法。到后来呢，你彻底转过来以后呢，那法你还怎么执着了呢？你也就不执着了，法你也就放下了，那用法也不住法了啊，那么就是清净了吗？那心佛不二了啊，自然明了了啊。出离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两种生死啊，都出离了，彻底的啊赶走了生死贫困啊，再也不受生老病死的逼迫了啊，障碍和束缚了啊。没有生死贫困了，就一切具足了啊，像佛那样了啊，具足出世间的大富贵，具足智慧光明神力啊。因为佛具足智慧光明神力，所以佛无事不办啊，能自利利他，一切都能成办。我们想办一件事情啊，得克服种种的艰难险阻啊，最后呢还不能够圆满成就，所以我们，哎，我们的心有，啊，障碍啊，心有恐怖啊，
心有障碍有恐怖啊，就有六道的分段生死啊。所以说我们学出世间法呀，啊，就是了了世间的分段生死啊。学大乘佛法呀，究竟法呢，啊，学般若法呢，般若法门呢，就了了变异生死啊，那大自在啊，无有牵挂障碍了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了啊，这样才能够得大自在啊。我们本师呢，和三世诸佛呀，成为法王啊，王者自在意啊，王这个字的意思呀，是自在的意思啊。得大自在啊，不可同日而论啊，佛的境界是难思议的啊。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般若呀，就不往下学习了啊。要往下解释呢，般若三德密藏啊，说之不尽啊。因为一切法呀，啊，世出世间呢，成佛呀，哎，讲的就是这两个字般若。大家对般若了解了啊，般若就是智慧，妙智慧就是成佛的智慧，也就是实相了达实相的智慧啊。这个关键的你要明白啊，你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学佛法，般若是佛法的精髓啊。佛法就是以智慧为先导的，什么智慧呢？就是般若智慧啊，能够了达实相啊，能够超二死，超越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能够了达实相，自然能超越生死了。啊，你不能了达实相，你不能离开世间相和出世间相，你没有办法回归觉谛，觉谛就是本来的佛性，清净的佛性，你没有办法回归。所以说我们念佛呀，其实就回归了，自是不归，归变得。如果我们大家学习般若心经，明白了这个智性实相的啊，那么你般若智慧现前再念佛，就念念皈依，这是真皈依，念念皈依净土啊，这是真实的。否则的话你还会有障碍，因为什么？你智慧不现前，你会有疑啊，不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吗？你还会有疑啊，你有疑惑，你不能深信啊。如果般若智慧现前了，照破空相，了达实相了，你再也没有疑惑了啊。因为这就是本来面目，它就是这样的啊。大家看你头顶上头发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马上就能明白啊。我的头发，我拽一根头发疼不疼？大家说，你说疼不疼？谁说不疼的？谁说不疼？我拽一根头发看疼不疼，来，我拽你一根头发疼不疼？一定要实话实说，啊，疼还是不疼啊？哎，疼吧？对，那么每根头发都跟谁连在一起了呀？跟头皮连在一起吧，跟脑头连在一起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动一个，那么有没有感觉呀？啊，知不知道痛啊？知道。那头发长在哪儿了呀？头皮上吗？头皮是本体，这是哪儿啊？这是妄相。妄相哪来的呀？本体生的呗。本体生的妄相，你要不要执着啊？你把头拔掉，你还搁那看呢？我这是我头发，这是我头发，你有病啊？信般若信什么呀？般若就说本来有没有头发呀？没有，后长出来的头发，它就能生啊。就像你心能生万法一样，能生三个一样，对不对呀？三个哪来的呀？本体生的。怎么生的呢？本体遇到外缘境界生出来的三个，本来没有三个，它就能够遇境生出来三个。为什么我们要了断尘缘呢？就在此地呢。你不能把缘断了，你就会对境生心啊，就像生头发似的，自然生的吧，是不是啊？头发是不是自然生的呀？是。哎，你动一根头发就跟本体相应的，说你见到一个相状啊，你就见到什么了？本体了呗。还看到眼睛了，看到哪儿了？从眼根就入到自性了呗。啊，我是不是能懂吗？这样你不懂的话，我也没办法。这也不懂啊？
你动一念没有离开自性，是吧？你动一根头发没有离开本体，一念动了本体，知不知道啊？那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拽你头发你能不知道吗？你看我拽你一个那么细的一根头发，你马上就知道了，知道不？它跟本体相连的。你动一个念头是不是跟本体相连的呢？都是啊。那本体有没有念头呢？没有，没有念头啊。你这般若智慧不就现前了吗？这么说能懂不？本体没有念头，能生念头，生的念头可不可得呀？因为以无所得呗，生的世间念头可不可得？出世间念头可不可得？我生的念头可不可得？都不可得，那你不就是佛了吗？明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是什么境界？佛的境界，佛就是这样的境界呀，就是一切都不可得，世间相、出世间相、自相都不可得，所以般若智慧现前才知道，啊，所以生的念头生不生念头啊？生，可不可得呀？那你就般若智慧呀，啊，在堂干活，哪天都生念头啊？是不是？下多少米，做多少饭，炒多少菜，大家吃完事干嘛呀？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呢，啊？生没生？生了呀，生了不执着，本来没有吗？生而无生，无生而生，本来没有你生出来了，然后坚固的执着，业果染然，有因果报应了，啊，本来没有的念头你生出来了，生出来以后你放不下，你执着它，然后你去照做去，就有因果报应，业果染然呢，就是因果报应啊。所以第一句告诉我们，啊，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啊，本来啥样呢？还什么样？叫佛说法。我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 是出世法也要舍掉，那非法是世间法也不可执着，世出世间法都要舍掉啊。如法语者吗？到岸了，你还要那个法语还传吗？不要了，啊。那么他说不说法呢？他说法，但是人家是无心说法，应众生的机，应众生的病来施药的。说完法施完药以后了，又恢复本来面目了，所以人家是生而无生，啊，法性湛然，一点人没有染污，因为没有牵挂，没有障碍。我们生完以后有牵挂，有障碍了，有我了，有因果报应了，有轮回了，啊，这个中观禅师开设的这两句话能转过来，你就成佛了呗。怎么能做到生而无生呢？念佛就生而无生，你不念佛就是无生而生。这两句话你要听懂了，你就老是念佛，生而无生，啊，就法性湛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我们要学波罗蜜了啊，般若这个两个字呢，学完了啊，我们要学波罗蜜啊。大家在这里领会什么是般若，般若的概念。内容、意义、它的力量和作用，怎样成就本具之般若妙智啊？陆子大圣呢，就跟大家学这么多，要深入研究、深入的发明啊，我们还要下功夫啊。这个学理论呢，得去实践啊。就刚才我说的啊，你拽一根头发啊，你整个头动不动啊？有没有感觉能够感受到痛啊？哎，这一个念头就跟本体相应的。说念念都是你自性生出来的，跟自性都是有联系的，没有自性就不会有生念头了，这能听懂不？你没有头皮哪有头发呀，啊，你拽一根头发它跟头皮相连的，头皮哪儿都知道了，不，他拽我头发了是不是？哪儿都知道了，啊，那就是一嘛，是一不是二嘛，真和妄是一炉的，但是我们修行人这个妄啊跟真是相应的，知道不？我们不住妄就跟真相应，但是我们说的动的念头一定要是啊清净的，无没有染污的念头，就是不是攀缘六尘的，也不是我法的，念我念法的啊，念世间法的，这一切的我所就是世间法啊，我和我所都是世间法，不念这些了啊。那么出世间法呢，也不去执着啊，也不去挂碍啊，那么就一句阿弥陀佛了吗？啊，这就是圆满的念念圆明啊，清净无染啊。咱学习波罗蜜啊，
波罗蜜三个字啊，修学般若，渡苦海，到彼岸叫波罗蜜啊。波罗蜜梵语呢，波罗蜜呀、啊，华严到彼岸啊。前面我们跟大家学习般若的概念、内容、意义，整个的因缘啊，般若的力量和作用啊，及怎样来修学般若。我们通过修学般若呀、啊，就能够渡过烦恼的中流。啊，到达涅槃的彼岸，我们离了世间相，又离了出世间的相，解脱一切妄想执着，拂灭一切无明妄想，弃入本心，啊，成就如来的智慧德相，就叫做彼岸啊。就也就是说呀、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此岸啊，妄想分别执着，你一念妄想，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一念生出一念啊不相应的念头啊，你看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怎么转的呀，就是这一念一念生的。那天我不跟大家讲吗，我爱你啊，你我爱你这一念啊，我爱你呀，我就要为了你去干嘛呀，为你思为你狂，为你成天去奔忙啊。你还笑，你们不是啊，你们是身有身心都有体会，是不是啊？为了你成天奔忙，叫我咋干就咋干都行啊，为了我爱你吗？哎，就这你这一念爱，一念爱生起来，爱欲生起来，就是一念无明生起来，然后执着分别。我告诉你啊，你跟谁联系都不行，就得跟我联系。执着吗？要分别，别人不能跟你联系，你是我丈夫，你是我老婆，不能跟别人联系。这不是一念无明爱欲啊，就生执着啊，生分别无名就是妄想，但是烦不烦恼啊？你这一辈子打上了，打没打上？你这一辈子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一念无名爱欲吗？给你毁了吧？啊，我没毁啊，哪有一个幸福的？你说吧，成家立业有幸福的吗？哎，佛说的，啊，动念即乖吗？你动念的时候跟自性不相应了，你还有幸福？不可能的。而在这个世间找幸福的人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出家人啊，出离了啊爱欲呢，回归清净了吗？没有爱就没有贪欲，没有嗔恚就是智慧，就没有愚痴的啊，他出来了，说有就是你们出家人呐。世间人想乐，我跟你说吧，想不想乐？想，乐不出来。知道不？那是苦笑，苦恼人的笑，没有几个乐的。因为他念念都是无明不觉，无明就是不觉，啊，不觉就是害自己呗，啊，就是牵缠呗，啊，离了世出世间的相了，啊，就解脱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拂灭了一切的无明妄想，就弃入本心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成就如来的智慧德相，就叫做彼岸。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你本来的面目，怎么成就？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给它放下。怎么放下？就要学法，学般若法门，照破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世出世间的一切不可得。般若智慧开了，现前了，能照破空相，啊，了达实相。念佛法门呢，就转了，啊，佛烦恼断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就转变成妙智慧了。念佛就是妙智慧啊，这心佛不二嘛，也就是到彼岸，啊，所以叫往生极乐、往生净土啊，都是回归自性的。这样听能不能听透啊？声不大。你听透明白透明白的，你做的就是也透明白透明白的。因为理无碍，你事就无碍，你理上不通，你事上就有碍啊，就有障碍，整天事儿多多事儿，你知道不？人家修行人呢，啥病没有，知道不？就咳嗽点儿，因为空气的问题啊，北方空气干燥寒冷，容易得呼吸道的疾病，其他啥病都没有啊。为什么呀？修行人他没事了吗？
他见自性达实相了，一切有相都是虚妄，他不放在心上了，他就没事了嘛，他病就好了，像我们的可能好，哎呀，这修行人还老有病，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儿老有病，为什么？他不知道修真呢，借假来修真，念念不离清净心，他还把人我是非往心里装，今儿谁说我，谁说没说我，还打探消息呢，我们都习惯了吗？总怕人讲我如何如何的，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公开以后，有没有可讲的？有没有啊？随便说，随便讲，对不对啊？不管他了，你就彻底把自彻底解放了，把自己解放了。如果有这个心的话，没办法，这叫妄想，这叫执着，这叫障碍，彼岸就是我们的本觉佛性，本心的同体异名，本觉佛性啊，跟你本心是一个名，一个意识，两个名，指涅槃说的叫不生不灭，本觉佛性也叫涅槃，也叫本心，也叫佛性，是一不是二。怎么到达呢？就是修学般若，般若是法，方便的办法，彼岸就是果，到达果地，就是乘般若船筏渡过烦恼的中流，你要知道烦恼中流啊，就是那水很急的，那么要渡过烦恼的中流啊，没有般若那个船筏呀是没有办法的，渡过烦恼的中流，渡过生死的苦海，就到达了彼岸，这个生死苦海啊就叫中流，它是烦恼，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彼岸呢，首先得识得此岸，是对此岸说有彼岸的，此岸彼岸是对待法，所谓对待即是相待而立的，非实有也，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彼岸，首先得认识此岸，是对此岸说有彼岸，对生死此岸说有彼岸，对涅槃的彼岸说有生死的此岸，是相对的法，互相对待而建立的，小怎么建立的呢？是对大才说小的，对小才说大的，如果大小啊不互相的对立，大相小相就不成立了，因为有小就会有大，有大就会有小，所以说它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离开了大的相和小的相呢，就无相了，就没有相对立的了，得和母种啊事物相互的对立啊，才能够建立大小的虚妄相啊，不是实有。非实有也，不是实有的，因为大小这个相状啊，就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呢，都不是本有的，不是真实的，因为众生在迷呀，就是心里迷惑，不觉悟所以依真起妄向外面贪求比如我们呢，贪着世间的一切事物就会得到苦果能不能得到苦果啊？有的人啊。他这一生啊都特别能劳作然后啊到老的五六十岁的时候五十多岁的时候他怎么样了呢他的手啊全都是茧都是茧厚厚的茧然后腰也驼背了然后就一身病了累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就问我呀你说我啊怎么一身病的呀我看他的手我说你这一生啊你整天干活一会儿都不闲着你怎么能没有病呢因为你过分的劳作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你这种非人的付出所以你就得到果报苦果吗他说我就想多干呢多挣点钱呢你看世间人就是这样的他拼命的去付出干什么就要收获
在收获的同时会怎么样的呢？他不知道后面的果报啊，收获来的钱财后来去治病去治身体，他就不会说我要啊活我还要干，但是不要把我的身体伤害了啊，伤害身体呢把挣来的钱全部看病了，白忙活了，是不是白忙活了？咱们世间人不都干这事儿吗？都白忙活了吗？我说他掉眼泪了啊，我说你看你攒下钱没有啊？他没攒下钱，哎呀，年轻时候使劲干，老的时候把账算，那你要拿钱去算账，给人算账看病去了啊，都捐给医院了，你还白忙活吗？说我们就不会用心，是不是啊？会用心不啊？会用心怎么能得苦果呢？不会用心就错用心了啊，也是白忙活啊。如果你着相修行的话，哎，你也白忙活啊。在世间的一切啊事物上起妄心啊，起妄心就是惑，然后就动用这个身口去造作啊，身去造种种的啊，造作种种的啊恶业，口去说种种的话啊，身口意炽然而起，造作善业恶业啊，不善不恶的业啊，造善业就循善业受人天的果报啊，造恶业呢受山途恶道的果报啊，造不善不恶的业呢啊，也要把我们迁入六道轮回里生死，也叫做啊，生死就叫做此案啊，也就是说此案呢就是迷，也就是不觉啊。遇到轮回啊，这一切生死啊都是此案啊，此案就是六道轮回，就是迷，迷的这案啊，也就是你生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此案啊。此案彼案是对待法，因为众生正在六道轮回啊，就是生死的此案，佛巧设方便对生死此案设立涅槃的彼岸，方便接引啊！众生一听佛的教化呀，说有涅槃的彼岸可以出苦，所以就依法修行了啊！依法修行出离生死了，起个假名就叫彼岸啊，是这么设立的啊！因为此岸跟彼岸，大家说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哎，迷的时候有此岸。有此案，佛就设了一个虚设了一个涅槃的彼岸啊，让我们通过修行回到彼岸啊。那我们听达实相以后呢，有没有此案彼岸了呢？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知道了，此彼都是依觉根迷照的啊，觉根迷色的啊。如果大圆满觉的此彼啊都不可得了啊，说此案跟彼岸呢啊是方便法啊，你不要去执着啊，说我们要舍此呢目彼，舍离此岸心目彼岸，彼岸是真心本性啊，此岸是一真起的妄，听懂没有啊？一体的头皮长的头发，头发是依头皮长的，头皮是真，头发是妄，一真起的妄啊，你不要障妄相，因为头发会掉的呀，你看拽一把掉了，掉了吗？掉不掉啊？掉，没掉，一根没掉，错了啊！你现在的头发不是你我娘生我出来那个头发了，早就掉好几次了，掉没掉啊？掉了啊！那是相续更换相续的相，让你新念头，你不停的生念头，不停的生念头，那念头是你本来的念头了，不是不知道生多少了啊，无量无边的念头了，头发也是啊，不是这原来的头发了啊，这你就知道了吧，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吧，一真起的妄，妄可不可得呀？不可得，妄就是此岸啊，那个头皮呢本体呢就是彼岸，此彼是一还是二啊？见相就见性就是一了，见相着相就是二了呗，就是二了，本来没有的吗？你把它当真的了，就是二法了，二法就是轮回法，就是世间法，就是此岸。
啊，就迷了啊，此彼是一不是二啊。现在你就明白了，佛说的一切法是干什么的呀？干什么的？帮助你从此岸呢，给你渡到彼岸。此彼就是觉跟迷啊，你要学透彻的明白了，阿弥陀佛接不接引你啊？什么时候接引你啊？当下就接引你了。为什么？此岸就是迷了吗？那我用阿弥陀佛这个法呀，佛号就是法，你念阿弥陀佛，把彼岸就给你，从彼岸就给你渡到此岸就渡到彼岸了吗？因为是都是你心念做的吗？是不是你一念心造的呀？彼岸是一念心，彼岸是本心，此岸是妄心，妄心一转就变成真心了呗，真心就到彼岸了呗。什么时候到彼岸呢？还得一辈子啊。舍妄归真，离相就正真，多简单，离开妄相就是真如啊。你智慧现前了，离妄就正真呢。你看我手里拿着杯子啊，那我拿着杯子的时候就是此岸，因为没有啊，现在有了吗？啊，本来就叫此岸，这就是彼岸。此彼现在是一还是二啊？此彼是一呢，不是二了吗？但是佛告诉我们啊，要把这个放下，你用的时候可以拿起来，不用要放下啊。放下了就是彼岸，执着就是此岸。此彼是不是一啊？一念心生的吗？啊，是不是到彼岸？到彼岸怎么到彼岸呢？哎，就是看破放下，不着境界就是彼岸，心里不生善也不生恶，生善不是不生善了，生完善要放下，不要执着善的相啊，善的相也不能执着啊，因为自性里没有善这一法，也没有恶这一法啊，也没有世间的一法可得。如果你执着这个四处世间的相状了啊，法相了，那么就有误了，就障碍你不能到彼岸了啊。涅槃彼岸呢是无一物的，就实相啊。这个理啊反复说，就让大家都能明白，因为实时呢达彼岸，是不是啊？啊，悟了以后啊，就是涅槃吗？迷了有生死，悟了就没有生死，涅槃就是不生也不死不灭的，那就是你实相般若，实相的那个本体啊。让我们要往生容不容易啊？我们往生也这么难呢？我们要往生，哎呀，这往生啊，就天天想，怎么我们这么还不能往，还不往生呢？我就发愿，我今生一定要往生。你从此岸到彼岸这么一转念，你说三皈依就转过来了，从迷邪眼转变成觉正境了，到没到彼岸呢？觉正境就是本性，迷邪眼啊就是他方，啊就是此方。此彼就是这么一念心啊，所以佛法就是心法，我们要从心起心动念的心地上觉悟，不是到外面找佛的，还要彻底破除迷惑颠倒啊，才能到达究竟的彼岸呢啊。如果你迷惑颠倒着相去了，那生妄想怎么能到彼岸呢啊。此彼就在一念心，你执着了妄想分别就是此岸，你用阿弥陀佛用佛法把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了，就是转过来了，我心念法，念阿弥陀佛，念法，念戒定慧，哎，妄想分别执着就破了，哎，就到彼岸了，啊。此岸彼岸是对待法，所谓对待即相待而立的，啊，互相对待而建立的，对大说小，啊，对好说坏。对是说非啊，都是互相对待而得建立的，如果不是互相对待的啊，就无所依据了啊，非实有也啊，没有小就没有大啊，没有对就没有错，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是就没有非啊。对待法呢就是世间法，究其根本呢就是没有善恶，没有大小，没有是非，没有对错，那么没有那个本体呀，就是实相的啊，没有就是本来面目啊，所以说这有就是妄，没有就是真啊。那么我们对大小啊，对善恶是非真妄啊，不放在心上，那不就清净心吗？说怎么修清净心呢？不住境界就是清净心啊。生死没有了，
起个假名就叫涅槃，听懂没有啊？生死没有了，起个假名就叫涅槃，啊，有生死，啊，就障碍涅槃，啊，涅槃是本来面目啊，没有生死就回归涅槃，就是入涅槃，啊，生死是妄，涅槃是真，涅槃是真如，啊，涅槃就是明，就是不生不灭自性的明，啊，我们不妄想执着生死了，更不去贪着涅槃。啊，因为涅槃呢就是指你的本性说的，啊，我们出离了生死相，也要离涅槃相，这样才能放下一切妄想执着，啊，这就是一真法界了，啊，一真法界也不可以执着一真法界，因为一真法界就是本来面目，给它起个名叫一真法界，啊，众生受报流转，啊，生死视为此案，啊，法界众生啊，由无始的无明而迷于本具之本觉佛性，所以用诸妄想起惑造业，寻业受报，故有流转，啊，名曰生死，啊，视为此案，法界众生去佛以还，九法界对佛来说都是众生，啊，都没有彻底的断除生死的惑业，啊，由无始的无明啊，啊，什么是无始无明呢？就是烦恼迷惑之心，愚痴暗昧之性啊，不觉悟，障理之惑呀。你不觉悟啊，就障碍理，理呀，啊，就是理体啊。你对事实真相你就不清楚了，你有障碍啊，啊，这个迷惑。对宇宙人生的真实地理呀，啊，也不知道了啊，不能够悟明啊，心里迷惑啊，这个生死忘情啊，没有智慧的光明，就叫无始无明啊，这贪嗔痴啊，就是无明啊，妄想分别执着也是无明啊，起一念呢，与自性不相应的都叫无明啊，而迷于本具之本觉佛性。不能够实至本心，见至本性，就叫迷啊！什么叫迷？你要知道啊，于自性啊，啊，不认识啊，实心不见性啊，啊，不实心也不见性啊，这我心呢，这实心不见性也是迷啊，要实心见性啊，它叫觉呢啊，不能够悟明一心，通达实相的道理。所以不能够消灾免难啊，离一切相啊，还着相，老想得点什么啊，妄想执着点什么啊，妄想迷惑之心啊，众生迷此而成烦恼，诸佛悟此而成菩提，悟了一之修行啊，就得无上菩提啊，就像是我们走路啊，我们要出门一样。我们迷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去的目的地呀，啊，相反，啊，有人告诉你明白了啊，那么就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呢，就要按照目的地的方向去行，去行道，然后才能到目的地。那今天我们转过来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想法、说法、做法、看法啊，都出了问题啊，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迷惑颠倒。那我们从迷惑颠倒，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过头来，那么一念回头了，与真心本性相应了，但是你的毛病习气有没有了？业力有没有呢？还有，这个时候你还要去修依知修行。怎么修行呢？要顺性德，念佛就是称性，修戒定慧都是随顺自性的，称贪嗔痴就违背自性的，迷邪染就是贪嗔痴违背自性的，所以我们要顺性，随顺自性啊，自性清净，那我们用心也清净，哎，这不就是相应了吗？相应不就解脱了吗？相应不就是涅槃吗？相应不是极乐吗？相应就是净土吗？啊，迷了向外面贪求啊，就障碍了你的清净心了啊，就成了生死的烦恼了，都是因为悟和迷的关系啊。说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啊？
一个众生迷惑啊，一个是觉悟啊，佛觉悟啊，我们迷惑这个关系。我们本师乘愿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开示悟入众生本具之实相啊，就让你认识你本来面目啊。由于无始无明，迷于所具之本觉佛性，烦恼无明就覆盖本心，所以不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了，就应妄为真了啊，用诸妄想啊，不知道真心本有啊。所以说，那说你自性就是佛吧，说你就是佛呀，大家把手伸出来啊，手举起来，你那手是什么，谁的手啊？悟了你就是佛手呗，迷了你就是我手呗。听懂没有啊？为什么你佛性作用呢？你佛性作用啊，那不是佛手是谁手啊？你的佛性起作用生出来的手，那是谁的手啊？那就是佛手呗。你悟了是叫做佛手，你迷了是我手呗。谁说是我手了？就是你手吧，啊，是你的手吧？你手哪来的呀？你手哪来的呀？心生的呗。哪个心生的？真心生的呗。真心起妄啊，造业就生这个色身。今天你今天你觉了呢？你觉悟了呢？叫什么身了呀？什么身了？身就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万亿化身。三身是一身，因为一个自性生出来的。你悟了，你就是佛了；你迷了，你就是六道凡夫了。你悟了，那佛手吗？那释迦牟尼佛在上头是不是佛手？那今天你明白了，你是不是佛手？心佛不二吗？那我手能是佛手吗？那你什么鸡爪啊？那鸡爪也是佛爪啊。那众生一是无二无别的吗？对不对？那你非要分别他没办法，就不让你分别。我这手啊就是佛手，你手是不是佛手啊？是啊，觉悟的就是佛，就是佛心吗？觉悟了佛性啊，这个身呢就变成应身了啊。自性是本体，是吧？清净法身是本性啊，圆满报身是般若智慧，它起作用就变成千百万亿化身的啊，就变成应身的。那三身是不是一体的？三身是一身。说你那手就是佛手，以后别拿人别东西，知道不？你当你拿人家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我手，知道不？从佛手就变成我手了，不觉悟了吗？以后嘴呀，以后嘴说话了，别说是非了，啊，别争辩了，善恶了，啊，也别说长说短了，知道不？那你就是佛口，那金口吗？你就变成佛的金口了，知道不？你要一说就变成我口了，我口干嘛？咬人呗，啊，就这么简单吗？你转念的时候，你不会转呢、啊？你转你就变成佛。有的人说我要往生，我说不用往生，一转念就往生了，简不简单呢？由迷回归觉，念头一转，易如翻掌，哎，你就变成，你就回归本来面目而已的，成佛就是恢复本性而已，啊，悟者刹那间。迷了百千劫，迷了百千劫，就是因为有我。我手，你看，你说这是佛手，就说是不信。我手，佛手，我手，你看，啊，他不见性，他能知道是佛手吗？佛性，佛性呢？他偏指我手，完了，就你手吧，那也没办法啊，你就守着我吧，就是我手啊。说简单不？你老守着我，就我手，我手，你变成佛手就觉悟了。你观音菩萨手，他说是不是佛手啊？千手千眼，那不是妙用吗？我手干嘛？就拿钱，拿我的东西，关我什么事？别人跟我没关系，你就是我手，啊。这个理呀，也不是那么难懂的啊。大家听明白以后呢，也不难，是不是？哎，所以说要做佛呀，那清净自在，心有没有心了呀？哎，没有心就是佛心呗，有心就是我心呗。啊，你处处老有心，老有我，就是我心，我心生死轮回，啊，佛心，啊，涅槃彼岸极乐世界，啊，把我心变成佛心，怎么变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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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呗，啊，
有便宜了，也有利了，同军呗。我在后面，你在前面，都给你，啊，好不好？那时候就佛心呗，啊，便宜我得占，活你们干，我心呗，对不对？由于无始无明啊，迷于所具之本觉佛性，烦恼无明啊，覆盖了本心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烦恼无明哪来的？由我来的，你看没有？我手跟佛手就这么简单，迷了就是我手，悟了就是佛手啊。你迷了有我，哎，这就是有贪嗔痴了啊，有妄想分别执着了，有烦恼了，有生死了，就叫无明啊。这个理啊，反复说，就是让大家能明白啊。所以不能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任妄为真的，用诸妄想的啊，不知真心本性的啊，这就是此案啊。所以用诸妄想，起惑造业，寻业受报，故有流转。佛在经里说啊，因为众生不能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啊，悟明本具之佛性，所以用诸妄想，持想不真，故有流转啊。就像我们世间的人呢啊，没得到过珍宝啊，就把那个砖头瓦块啊，啊瓦砾呀、啊，哎，当成珍宝了啊，把这些呢都装到口袋里面背着啊。你说大家有没有用啊？啊，那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是非人我呀，善恶对错呀，天天较真儿啊，这些跟砖头瓦块一样啊。都背着，天天背着，都背着呀。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你背老多了。为什么你那么烦恼？就是你背的废品背太多了。有用的你背没背呀？啊，我怎么就念不进去呢？是不是这样？啊，能念进去不？你说都那袋子里面都是里面背的老多垃圾了，你说你好东西能装进去不？啊，能不能装进去？装不进去。所以佛法教你把它看破，把它清理干净，别往里装了。装的越多，你的障碍就越大，是不是？就别贪了。啊，释迦牟尼佛来治我们什么病，知道不？哎，不觉就是生贪嗔痴慢疑邪见这种病，啊，有贪就有我，就治怎么把我治倒，你知道不？就是来自我有我这个我相的呀，有我就会有贪嗔痴、傲慢、疑惑、邪见，我见就是邪见呢，我是我见呢，佛法就是来自我的，就是来自我有我相的，有我相、有我执、我见、有贪嗔痴慢，就是来治这个病的，有我就是病，所以说标准就是无我，啊，标准是无我。无我入圣流，啊，有我入俗流，啊，下流嘛，嗯，六道轮回就属于下流啊。过去骂人下流，不是说你骂你不正经如何如何的，下流就是六道轮回去了，往下流啊。惑就是妄心啊，造业就是身口意的三业啊，寻业受报。业有一种力量，佛说定业不可转，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们今生造的善恶业，不善不恶业，来生不报，甚至几劫不报，但是成熟了非报不可啊，造了业不受报不可能的啊，业就是因啊，寻因就结果啊，寻业就受报，立竿就有影啊，立竿见影。佛说的因果律啊，就是丝毫不爽的，定业不可转，故有流转呐、啊。谁使我们流转的呢？就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造作的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业就是四业啊，这些业的力量啊。它使我们去流转，故名曰生死，即为此案啊。此彼你要知道，
此就是迷，彼就是觉啊。诸佛出离生死涅槃是为彼岸啊。三世诸佛能反迷为悟，悟明所具之本觉佛性，依本觉佛性的实相离体发起般若智慧的照明，照见五蕴皆空，而出离分段与变异两种生死，名曰涅槃，是为彼岸。啊，这个三世诸佛这个世呢，是指时间说的啊，三世是指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三世诸佛呀，就是以过去啊，过去已经成就的佛，现在正在成就的佛，未来当成就的佛。三世诸佛就是十方诸佛啊，百千万亿恒河沙数啊，能反迷为悟啊。三世诸佛呀，也是接受了过去佛的教化啊，觉悟了，发心学佛啊，开始走出苦出苦得乐的道路啊。那么我们今天今生也发心学佛了啊，也按照佛所说的成佛的道路啊走出来了啊，迷的就是苦啊，六道轮回生死就是苦啊。那么去向了菩提道就是乐啊，这个苦和乐呀是相对的，此岸就是苦啊，彼岸就是乐，这个乐就是极乐啊。这个极乐是指哪说的你要知道啊，是指自性啊，真心本性说的。悟明所具之本觉佛性，要想成佛须是见性啊，各位啊，要想成佛须是见性啊。得悟明本具之佛性啊，佛性还不知道呢，自己的本来这本来佛还不认识呢，怎么成佛呀？要想成佛无有是处啊，要想成佛须见性啊，不识本心不见本性啊啊，要想成佛啊无有是处，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得知道啊，佛所在处啊，这个得弄明白，就得悟明本具之佛性啊，实相的道理。那么佛究竟指的是谁说的呢啊，是不是在我们自性之外呢，另外有个现成的佛让我们去成呢？哎，这个心里得明白呀，这是很重要的啊。欲要成佛须见性吗啊，性成无上道，所以识得本质的心啊，就是自己本来的心啊，见自本性，悟明所具之佛性啊啊。我们为什么学佛不往外面找呢？要识心，识心就见性啊。刚才我说的那手是谁的手啊，哎，你说佛手了，这都知道了，佛手。那你的心是谁的心呢？佛心。为什么呢？说为什么呢？因为心就是性。那见性不好见，那见心好不好见呢？见心好不好见呢？哎，你作用不就是心吗？大家好，这是不是心呢？哎，见心就见什么了？见性了呗。在这见难不难见？有的师父说，我什么时候能开悟啊？大家说什么时候能开悟啊？明心见性，了达实相了啊，也了知一切妄尘境界了，不就悟了吗？悟就是明白了啊。悟，你看悟是怎么写的？悟之啊，悟之是树心儿，树心儿得我，悟就是我啊。你看那个心呢，哎，三个心吧，是不是三个心呢？树心三个心，一个直的，两边点儿，那个直的大的直的啊，竖起来那个，它就是啊没有边际的，竖起来是没有边际的，直的直心，那就是本体。本体起用两边有两点，一个是幼团心，一个是圆力心，那就是我。啊，那俩点啊都是因为那个直的本体它起作用生出来的啊，这么就生出那个我，要认识我的心，
这个物质就是让你认识我的心呢、啊、你有几个心呢、啊、三心，六团心、圆律心，还有一个什么妙明真心。妙明真心没有相，知道不？但是它能生，它能作用啊。在哪见那个真心呢？佛在哪见呢？啊，这你不明白，不说明白，咱不下课了。佛在哪见呢？见心就见性，见性就见佛了。这么个明心见性、啊，心跟性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我总讲啊，你咋不一点没记住呢？你要不明白性相体用理事因果的关系，这课没法上。中心你都给迷失了，啊，心就是体起用吗？啊，心是用，啊，性是相，性是体，体用，啊不，用就是有心了吗？你好，体有没有我说你好这句话呀？没有。体空的，但是它的作用，作用现出来一个像，你好，体启用现象，你好，然后你就听着了吗？啊，你好，完了你就说你好，是不是？这不我心跟你心吗？是不是？那心是什么呢？心就是性，心性，啊，没有性，它没有心了。性是体，心是用，知道吗？所以说，你别看它如何。你就看他，你就看他自信啊，别看他的心。心是什么呢？心是妄，心可以千变万化啊。性呢，性是不变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心来见到性啊，我们要回归这个性，知道不？要不要随顺这个心，听懂没有啊？随顺这个心呢，就随心跑了。心是妄吗？要随顺真啊，心要念性，要归性啊，心不能去归尘啊，归尘就是住妄了，就迷本了啊。我们要舍妄归真啊，不被境界迷了你的真心啊。见相就见性啊，见心就见性，心和性是一体的啊。这个是最，这是最初最根本的，你要能明白啊。在过去的时候啊，不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啊，那个主持大德呀，他拍一下子就走了，还这么掰手指头啊。因为现在的人根性不行了呀。英光大师啊，给我们，给我看英光大师文超，我是受益嘛，大师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呀，怎么度人呢？就讲因果啊，讲因果也不信呢，或者给我们逼得没办法，谁要受报应了啊，我们就把它录下来给大家看，啊，我为什么招人诽谤啊？就是你弄的什么玩意儿啊？你别人不信呢，你就那样你也不信，还找的演员，找的演员这个哭的真相啊，真相，你看他哭的多好啊，这真逼真呢啊！怎么找的演员？花多少钱雇的呀？哎，那他也不信，这人为什么呀？你说他是本性是佛，能信吗？啊，善得善报，恶有恶报，他都不知道，还自信是佛，他不明白。所以主持大德拍一下子就开悟了，你那哪儿找去呀、啊、你说呀。所以说英国大师说的我就记住了啊，讲因果善恶祸福，因果报应能度人。他就讲啊，明心见性成佛之法，直指你心见性成佛啊，这样呢来得快，老婆。所以我每次跟大家学习呀、啊，啊，我都讲这些，为什么呀？深信因果发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吗？菩提心就是要认识自性，明心见性，见性就是菩提吗？觉悟吗？啊，你看又深信因果了，又发菩提心了，啊，明心见性了，就成佛道了。明心见性老是念佛，成不成佛呀？念念称自性，你不成也就成了呗。你不到彼岸，因为你念佛就舍了此岸了吗？此岸是妄想分别执着，此岸是无明，是贪嗔痴，是迷惑颠倒，是生死轮回。你这一念阿弥陀佛，此岸就被除掉了，没有了吗？灭掉了吗？你念阿弥陀佛，此岸就没有了，那就是彼岸了呗，就剩下彼岸了呗。此彼就是一了呗，要么此彼就是二了吗？你诸妄尘境界，你生无明就是二，
二法了，二法就障碍了你的清净心了啊。说见明心一时心呢，实心就见性啊，这个能不能听懂啊？你听不懂我还说，因为刚才我们学的是般若，现在已经提升到波罗蜜了。波罗蜜了，波罗蜜你要明白什么意思啊？要到彼岸了，因为有般若它能到彼岸呢。般若它能到波罗蜜是彼岸吗？啊，般若把相照破空相了吗？到达实相了，其实达实相就到彼岸了，实相就是彼岸，妄相就是此岸啊。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智慧开，照破一切妄境不可得，离妄就正真，就是实相，就是波罗蜜啊。那么我们还不明白，拿心实心来见性吧。性就是实相啊，心就是妄相啊，妄心就现妄相，妄相就有妄行啊。我想盖个大楼啊，你看我想盖个大楼，大家说你想不想大楼什么样啊？我想盖大楼。杨俊，你想盖几层的呢？啊，盖4层、5层、6层，你想出来了吧？有没有像？想象，啊，想象能不能就要做，就画出来了，完就做盖个大楼。咱大楼就这么干的，心想的吗？那个可不可得？妄心不可得，妄相可不可得？不可得，啊，说啊，明心就见到性了吗？啊，说心可不可得呀？心不可得，心它会变化呀。啊，盖完楼以后了啊，再盖一个啊，又修山去了。盖完楼又修山去了，那盖完楼了修山去了，那个盖楼那个心有没有了呀？灭了，又修山去了。你看，修完山以后不干了，念佛去吧。你看，修完山，修的山，盖的楼都没有了，这妄心也变化，这念头的，妄心就是念头，念头一个一个像头发一根一根的，脑袋上全是，啊，都是本体生出来的，但是它不可得，它变化。啊，说实心一时心就见到性了，心就是性啊，心和性是一是还是二啊？哎，说你时时要明心见性，什么时候见呢？见性之人，言下须见，时时见，言下须见。你好，啊，我今儿跟你学这些呀，你可要听懂了。见性之人，时时见，言下须见。你好。你好就是心呗，哪来的这个你好这句话呀？性通过心发出来的吗？从心里发出来的吗？心性里发出来的。你看这还能不懂吗？这能听懂不？哎，心性里发出来的这句话可不可得呢？不可得，不可得啊，不就是性吗？清净吗？有所得，这性就被有所得的相状给障碍了呗。啊，那我说的话了，我说你好了，就障碍了呗。说完了就。不管他了，因为心生出来的种种境界、种种现象、种种念头都不要去管他了，这就叫不住前进，不住前进啊。那个五祖啊跟六祖慧能大师说的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听到没有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就说你的真如本性啊本来是清净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用心本来清净的，用心还是清净的，不就成佛了吗？啊，我们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就是没有一物啊，无一物呢，啊，然后你有物了，染物了，本来清净现在染物了，能不能成佛？就着魔了，就起烦恼了啊！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用心也是清净的，此心就是用清净心，啊，就是种完以后啊，那你看，佛来。度众生来利益众生的了，无益众生可度，还是清净心。人家清净心起作用啊，是妙智慧啊，心无所住，心无挂碍啊，度益众一切众生，无益众生可度，还是清净的。我们就要用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用此心，就是清净心啊。大家要明白，我跟大家学习，你要知道啊，没离开念佛啊，念佛就是般若妙智。念佛就是到彼岸啊，因为什么？念念与自性相应，就到彼岸了，没有别法了，没有别佛可成了，没有一个别的彼岸可到了，没有一个别的涅槃可入了啊，就是这一念心，涅
念念清净，念念圆明，就是极乐，就是净土，就是常寂光啊。所以我们学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明心实心就见性啊，性成无上道啊，性起中用，不住一切境界，就无上菩提道啊。你看智相也离啊，世界相也离，出世间的法相也离啊，离一切相了，那不就是无上道吗？无上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依本觉佛性的实相道理啊，依本觉佛性实相的道理，它是体啊。本觉佛性实相道理就是体啊。刚才我都讲反复说呀，就是大家明白，因为那波罗蜜要到彼岸嘛，你学了你还不明白，麻烦了。我们要用智慧呀，你看般若智慧现前了，就妙智慧现前，能观一切，观一切万事万物，没有依法啊，没有依物能障碍了你，因为你都能悟道，听懂没有啊？你怎么你迷不了了，你知道不？你看什么都能开悟，因为你都能见到它的本体，知道不？透过现象见到它的本质，就是见到它的本体啊。就像你透过相，你能透过去吗？你透过相，你就能见到性啊。我老讲嘛，你看到灯光，你就见到灯泡，然后你见到了电。啊，透过灯光的灯和光的像，就见到电了。电就是本体，啊，你通过我说话，你就见到了我的心，又见到了我的性，啊，就我透过现象，见到了本性，啊，我们要认识这个佛性，佛性啊就是本体，啊，这个你一定要明白，你离开本体去觅佛，你指定得着魔，你听没听懂？离开本体去觅佛，因为皈依自性就是皈依这个本体啊。你像光可得不啊，灯泡可得不啊，电可得不啊，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能电死你。电有啊，灯泡有没有啊？店里哪有灯泡啊？电本身没有灯泡啊，电本身也没有光啊，因为常寂光，常寂光吗？它没有光啊。那有没有灯？通过灯泡有没有光了？有光了。光可不可得呀？灯泡可不可得呀？不可得。电就是这样的，也不能说可得还得电。电就是这样的嘛，本体就是这样的，它就能够通过灯泡放光。那光还有灯泡不可得啊。那灯泡跟光不就是你的心还有你的身吗？照到外面的一切，不就是身外的一切吗？可得不？通通不可得。我们认识本体，本体启用所对的一切境界，身还有身六根以外的六尘境界，通通不是本体里有的。我们认识本体，我们就不住妄尘境界了啊。那不住妄尘境界，妄尘境界是什么境界呀？就是佛的世界，知道吗？你不住外面的境界，不贪着外面的境界，就叫佛世界。这十方是极乐世界，哪不是极乐世界？你心里没有世界，你应该知道啊，所以你不能贪外面的世界啊，所以要认识这个本体。三世诸佛依之体啊，就是本觉佛性实相的道理啊。依这个本觉佛性的道理，就是理体啊，理就是体，事就是相，理体事相是一不是二啊。依这个理体发起般若智慧的照明啊，照明啊，哎，照就是观照啊，明就是发明啊，就是光明啊，这般若智慧的光明啊，以理起智啊，发起我们心智，以妙理起妙智，以妙智照妙理啊，是修为的过程啊。因为是依实相的妙理起的般若智慧，这个妙理呀，妙理就是本体啊，妙理就是佛法，就是般若法门啊，这个妙理啊。
这是佛的智慧啊，所以称为妙智啊。反过来造这个理啊，就像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似的，他反闻闻自性啊，调转闻性与生尘相脱，内造自性啊，就是造的这个理啊，这个理呀、啊、就是本体，理是说体的啊，理体啊，是就是说相的啊，理体是相啊。观世音菩萨呀，反闻闻自性啊，怎么闻的呢？哎，转过来了啊，他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啊，听到声音的是他的闻性，就是你的佛性，在耳就约闻，约闻的闻性，闻性与生尘相脱了，就是我说话你听没听见呢？听见了，听见你不执着我说话，不住我说话这个声音，这个生尘上面，为什么不住呢？因为他的妙观察智现前了，妙智慧现前了，他知道那个声音是生灭的，所以他反过来呀、啊，来观这个闻性，闻性里没有声音，这叫性清净，闻性清净，见性成无上道了，啊，我们是执着外面的声音，啊，闻性起用诸妄尘，所以说我们就叫凡人，啊，凡夫。闻性起作用，不住闻，不住尘啊，这个生尘啊，声音，反过来，来皈依这个闻性啊，不住生尘，皈依闻性啊，就解脱啊，从生尘解脱，就生尘的声音就叫尘，它变化的啊，生尘啊，从生尘这就解脱了，内照自性啊，这个照啊。像灯似的放光来照啊，它照外面，我们是反照啊，叫般若智照，般若智照啊，不是往外面照，外照一切是因缘生的不可得，内照这个自性本体，就是实相的本体，叫内观，内观外照啊，叫观照啊，观照就是般若妙智现前了，才能起观照，我们起不能不会起观照，啊，照到空性吗？空性就是离体吗？离体现四相，四相不可得，就照破空相了。我们是往外面照去了，完了，啊，照外面去了，照不到那个能生的、能起作用的本体，啊，说怎么能见性呢？啊，因为本体是空的吗？照不到空性，你没办法归于空性，所以你就现象你就不空了。啊，说空不空如来藏，你说空吧能现有，有吧还不可得，叫空不空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本体啊。所以学佛干什么，就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实相，老法师讲的这真实相就是自性本体啊。这个本觉佛性的离体上呢，啊，没有什么世间相，出世间的相，啊，我们再也不贪着妄想执着了，啊，为了成就我们的无上觉道，究竟成佛，我们就得放舍这一切祸乱，啊，照到业尽情空，啊，就是离了世间相，离了出世间的相，啊，智相也离了，啊，自然就契入自性了，就是彼岸了。就是你要到彼岸呢，你必须得离了世间相，也要离开出世间的相，也要离开自相，自相啊就是我自性是佛的这个相，能听懂吗？我自性是佛的这个相也得离了，因为自性是佛你不能说呀，说就不是了吗？我自性是佛，我自性是佛，这不就是念头吗？啊，用不用说了呢？就不说了。说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啊，什么境界啊，啊，先有相的念，后来是无相念，啊，有相的念呢，哎，到后来，慢慢的明白了，就念而无念了，啊，就念佛这依法呀，我们也不住了，啊，这是到后来啊，就是一心不乱了，啊，现在我们要有相的念，啊，就是要执着执持名号，到后来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这就一心得一心了。
就一心就是本来面目啊。气怒智性就是彼岸啊，就是本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是生死的体啊，五蕴是妄啊，妄有生死。你看身不有生死吗？心不有生死吗？心有生灭就有生死啊，身体、物质啊、物质世界啊，还有我们身体啊，它都是生灭的啊，身体会生死。物质呢有生住异灭，宇宙呢还有成住坏空的，这物质的世界是它也是变化的。那个你的受想行识这个心呢，这个妄心呢，它变不变化呀？哎，刚才我说，哎，我想盖大楼，我又想去那个修山啊，然后我想念佛，它变不变化？这不变化的吗？这个受想行识妄心也变化啊，嗯，就是精神世界你也变化啊，身心这个是。物质世界也变化，所以说它变化呀，就生死啊，这个生死呢，就是五蕴的体啊。色是一切物质，就是我们正报的色身的六根和依报的物质世界的一切叫做色。受想行识属于心法啊，属于精神。一切法呀，不出心色二法啊。受是领纳之意啊，这个受啊。也是假的啊，想呢思想之意啊，也不可得啊，你的感受啊也不可得啊。他就说好，这舒不舒服，好不好受啊，好受可不可得呀，一会儿就不好受了啊，这个受也是假的啊，这个不可得啊。受是领纳之意，想是思想之意，行是造作之意，识是了别之意。这四种心法呀都是妄心，妄心因何而有的，都是因真而有的，依真起妄，一定要知道。所以说修行人呢，你舍妄归真，你一定要明白呀，你没有真哪有妄啊，依真起妄住沉静就生了这个心的啊。你看我做好事也生心吧，您渴了吧，给您喝水，这不是依真起妄吗？给您喝水这也是妄啊。他这个妄有没有害到人啊，有没有善恶呀？我跟你喝完水以后，我就回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真起望去慈悲给你送水，因为你要渴死了吗？啊，给你喝水，喝完水给你喝水，水拿过去了，我给你水这个过程，给你的水，还有给你水这个过程，啊，给你这个人，我都把你空掉了，我又回到了我没有给你水之前那个本来面目，怎么回归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心不就没有了吗？这心不就灭了吗？这个生心呢不可得，我知道不可得，我不执着这个境界。说每天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人呢，向佛学，要向佛学习，帮没帮助人呢？帮助了，要不要执着呀？帮助了不执着，你就是弥陀佛啊。帮助了天天说，你就快着魔了啊！我帮张三，我帮李四，张小本还记着呢，你着魔了，为什么？烦恼呗，本来没有的，你咋执着，不是烦恼吗？说心呢，哎，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啊，要像水一样的平啊，用心无助啊才可以啊。我们在啊，在我们的本觉佛性上啊，没有受想行识。这是一种虚妄的心行之相啊，也没有具体的身罗万象，在实相的离体上呢本来就没有啊，因为过去在迷妄想，妄想执着为真实而有啊，把假的当成真的，因为真有啊，建立了无边的生死啊。因为受想行识啊，它摄受想行识的五蕴呢是真的了，因妄为真，迷己诸物了啊，迷了自己的本性，追逐五欲六尘的境界了啊。这个物啊就是五欲六尘，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迷己诸物啊，迷了自性，追逐啊世出世间的一些法执着啊。在实相的离体上呢本来没有啊，这是因为迷了啊，
才建立的生死。现在我们以实相的离体发起般若智慧的照明啊，才得见色受想行识的本来面目啊，得见诸法之性，原来它本来就没有啊。你见到了本体以后啊，哎，我怎么说你能够明白呢？我反复说，就是让你明白啊。你要这个透过来了吧？其实我要是说太白了吧，也把你的门的给入门给堵死了啊。现在这人你要不说白了吧，哎，他怎么样啊？他也就白了吧。嗯，你说白了，今天谁跟我说的啊？老师跟我说的，说现在这孩子咋的了呢呀？我说怎的了？他说这一个事儿告诉他四遍，一个事儿告诉他四遍，告诉四遍啊，他还没听明白。你说这人是咋的了呀？释迦牟尼佛往返人间8000次干什么呢？就告诉你这个事儿：色、受、想、行、识，这个妄心是生灭的，不可得的。把它放下吧，就告诉你这个事儿吗？你执着了，你有这个妄想了，妄想受想行识这个心就有生死，就是病吧，就出这个病的。往返人间8000次，你可能都遇见佛了，但是你转过来没有啊？说实在的话，你们真挺好的，啊，转过来了，啊。但是呢，正转一半儿，为啥没到彼岸吗？为什么正在修行的过程中吗？是不是？每个人都在修行过程中吗？你说谁没有烦恼了？不起烦恼了？这正在转的时候，在转的时候啊，对这个转法啊，这个转你成佛的转法轮，转法轮嘛，就是放下我人就转法轮嘛，转法轮就是放下我人我众生受者相。放下身心世界叫转法轮，放下这个世间到出世间的一切叫正转法轮啊。我们正在转，但是我们不认识本性啊，本性起作用不能起般若的智照啊，还容易干嘛呀？退道。你看有的人说我出家啊，可高兴了，出家发心可大了，但是待了一段时间说我不想出家了，为啥呀？太没意思了，不好玩。你看他见不见本性啊？没见本性，他着相还要好玩，这六道轮回好玩吗？一会儿贪嗔痴的一会儿天烧你好玩吗？他因为贪嗔痴的一会儿好玩了，我不好玩啊，不像哄小孩似的，知道不？他要好玩，哪有好玩的呀？极乐世界好玩你去不上啊，你不放下此岸能到彼岸吗？啊，他不认识彼岸呢，怎么能到彼岸呢？对不对？才学波罗蜜才知道彼岸是什么呀？彼岸是什么呀？彼岸就是实相，就是自性呗，啊，就是你本来佛性吗？一是本来佛性，你在起作用，你的般若妙智智照就现前了，你能照破一切，照见一切，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一切都是假象啊，一切都是心现的相，啊，你就不住一切境界了，说你就是佛的境界。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啊，这五种虚妄之法呀，包括世间相啊，包括出世间相，世间相和出世间相包括一个色法，具体的身罗万象啊，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啊，这个无明妄想啊，色法、心法呀，都是无明，都是妄想。世间相包括物质的方面啊，精神的方面啊，就是色法跟心法，就是世间法。各位能要知道，学佛要明白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啊。合世间相、出世间相就是心色二法，开心色二法就是世间相和出世间相，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再也不去贪着、攀缘、妄想、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了啊。
妄心妄身这个虚妄之法啊，这个妄心跟妄心，妄心跟妄身的都是虚幻的啊，就是世间法就是虚幻的啊。度一切苦厄呀，就是指生死之苦，度是脱的意思，脱离的意思啊。如果你执着啊，这个世间的一切啊，色身就五蕴呢，五蕴的身心，你执着五蕴的身心，就有生死轮回，就有苦啊。所以说要般若智慧现前了啊，照见五蕴皆空了啊，度掉一切的生死轮回，就到彼岸了啊。而出离分段与变异两种生死，生死出了再起个假名，名曰涅槃，视为彼岸啊。所说的到达涅槃的彼岸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波罗蜜，就这个意思啊。此岸即是彼岸，生死即是涅槃啊。这说的又近了啊，更接近了啊。我们一听就更能明白了。佛说一切法无我，我尚不有，生死涅槃更无所依据了。是知生死涅槃本来不有，由心想生，是因为于其中间加了一道妄想，所以才显出了生死涅槃的差别相啊。若离却妄想呢，则生死涅槃无所依据啊，云消雾散，即所谓生死涅槃等空，等空华者是也。啊，如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生死啊，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此岸即是彼岸，生死即是涅槃，究竟显了，最为直接，岂不快哉？啊，这段话呢，对我们修行人也是最重要的啊。佛说一切法无我呀，在四念处里面呢，佛让我们观法无我啊。一切法无我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啊，所以佛让我们正念观察，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啊去地审观察，我们就能够随顺法性了啊。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事物当中啊本来是无我的啊，就三界六道来说，身心无我，世界无我啊，就此岸啊彼岸来说，生死无我，涅槃无我啊。说生死是我，是因为众生在迷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这个有没有我了啊。一切法无我，你就能够明白了啊。假如我现在呢在人道里面啊，我一念心念佛，大家说我去哪儿了呀？去哪儿了？一念阿弥陀佛，我就去哪儿了？就去极乐净土了。去极乐净土了，这个娑婆世界的我有没有了？没有了吧。那我一念嗔恨心，我去哪儿了呀？去地狱了。但是你就是阿弥陀佛，你是地藏王菩萨，就教我念佛，我从地狱就我从地狱里念阿弥陀佛，我这个又往上极乐世界了。地狱那个法界的有那个我有没有了啊？就是说一切法无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能明白吗？他本来没有我，迷了有我，一念悟了有没有我了？六道里面没有我啊，人道、天道、修罗道、地狱、恶鬼、畜生道，你一转变我，你看人一死了有没有我了？做鬼的又成个鬼，那个鬼恶鬼呀，又多地狱里面恶鬼道，那个我就没有了。六道里面有没有我呀？我是哪变的呀？我是我心想生造业变的。你不停的造业，你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假我啊，虚假的我，不是真实的我啊。真我生一个假我，就妄心，就妄识造的这个我。究其本体来讲呢，它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一切法无我呀。一切法世出世间法都是在内的啊，世间法无我，出世间法有没有我呢？出世间法就讲无我的，哈。说身心世界无我啊，世界无我，身心无我，就此岸彼岸来说，生死无我，涅槃也无我啊。
说生死是我，是因为众生在迷，于本来无我的生死中忘记为我啊，强力主宰建立一个我啊，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迷了就建立一个生死轮回啊，建立一个我啊，本来无我又建立一个我啊，就说这个身体，你看这身体就是妄，就假我，我们给虚妄啊，我们在这个生死里面呢，因为着妄想妄境啊，就是建立一个啊虚妄的我啊。大家说这个我是不是虚妄的啊？妄即为我，妄啊，妄想啊，即是即取执着，有个我啊。你看，因为这个身是我的，这个身到底是不是我呢啊？给这个身起个名叫我，这个身是地水火风，它不叫我呀。这个身叫地水火风，它不叫我，给地水火风总和起个名叫我，叫我身啊，这我身就是假名啊，叫强力，这个强力主宰建立一个我啊，都是这样建立的，世间一切都是这样建立的。我们给天上的星星起个名，那星有名没有啊？没有名，给它起个名叫这个星那个星，那个名就是代号啊，那个本来没有这个名啊。佛说一切法无我，比如说我们的色身呢，是地水火风四大合合而成的，揽外面啊，揽外面的四大而成内四大啊，外面的四大地水火风啊，揽外成内啊，成内四大，地水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大呢，地以坚为性啊，坚固性啊，色身没有地，就像一滩泥似的啊，如果这个色身没有地呢，就像一滩泥似就堆了啊，不能够行走坐卧了，思维运动了，筋骨属于坚韧的，就像房子似的啊，得有个骨架物架啊，有梁和柱子，然后才能够把房子盖起来啊。这个地啊，就好比我们的筋骨啊，筋和骨头啊，还有肉啊，筋骨肉就好比是大地啊。水大呢，就是水分、血液、唾液、尿液啊。如果没有水分呢，血液呀，哎，光有大地呀，就像干土似的，没有水的调和就不能成型了，就是水大。火大呢，火是温度啊。如果没有火大呀，色身就冰冷僵硬了，不能维持生命了啊。风大呢，风以动为性啊。关节五脏啊，功能的活动得有风啊，就是风啊，得有风合起来成为我们的色身的六根。那么如果地大是我，地以坚为性，水以思为性，水大呢，火大呢，风大呢，是谁呢？哎，体性不一样啊。说地大是我，水大是我，火大是我，风大是我，应当有四个我了啊，还不成立，所以一切法就无我啊。地大也不是我，风大也不是我，水大也不是我，火大也不是我啊，它就叫地水火风，它不是我啊。但是有我就有四个我了啊，所以说佛就说无我啊。身是四大假合的，心是六尘的原影啊，影是六尘落色的影子啊。比如耳识是我，耳识摄取了声音的相貌啊，如果耳识是我，这种妄心是我，那么眼识呢啊，眼识看具体的事物啊，摄法呀，又是谁呢啊，也不成立。说这个识呢啊，这识也不是我啊。另外心是无常的呀，一会儿是走路的心，一会儿是吃饭的心，一会儿是写字的心，一会儿是干这活干那活的心啊。走路的心是我呢，哎，就永远走路了啊。吃饭的心是我呢，永远吃饭了啊。一会儿一变呢，走路的心没了又吃饭了啊，吃饭的心又升起来了，吃完饭以后又干活去了，干活的心就没有了啊，干活的时候吃饭的心就没有了。说这一天呢，这个心呢不停的变化作用，哪一个心是我呢？哎，说心无我，身也无我。一
一切法无我都是为了我才有这个妄想执着的啊。说一切法无我，我们能知道一切法无我，我们对这个身心身外的和心外的一切世界呢，我们就不会放在心上了，这就叫没有牵挂了啊。因为是无我的牵挂什么呢？那我们生死就自在了，它没有生也没有死啊，生死是假象啊，啊是变化的呀。另外心呢，啊，一切法无我呀，我们可以往下推理，我尚且不没有啊，我是不成立的。说我要了生死，我要证涅槃，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体啊，一切法无我，涅槃无我，生死无我，我尚且没有，那么涅槃生死是以我而建立的，是虚妄建立的，我尚且没有，生死涅槃更无所依据了，对谁说生死啊，对谁说涅槃呀，更没有依据了，又是不成立的。是知通过上面啊所说，我们知道一个道理，生死涅槃本来有没有啊？没有，因为有我啊才有生死涅槃，有我有生死，有生死才有涅槃。那么我一切法无我了，还有没有生死涅槃了呢？哎，生死涅槃也就没有了啊，从根本以来就没有，是因为我们众生在迷啊，攀缘妄想执着啊，有生死啊，妄想执着的生死就有生死了，妄想执着证涅槃啊，有涅槃可证，是由心想生的，就妄心生的啊，妄境现前了，心境缠缚了，是因为于其中间呢 啊于是在的意思啊，在生死涅槃上加了一道妄想啊，心生法生吗啊，就是这个妄想才有生死涅槃啊，没有妄想，没有我，就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了啊。为什么我们要破迷呢？就破除这个迷，就开这个悟，破迷开悟啊。在佛那里呀，既没有生死相，也没有涅槃相啊，听懂了？在佛的境界里面，没有生死的相，也没有涅槃相，也就是说没有世间相，也没有出世间相，也没有自相，自相就是涅槃的相啊，就是佛的相也没有，所以才显出了生死涅槃的差别相啊。差别相是妄想执着性，如果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就没有生死涅槃的差别了啊，这个相就没有了。若离却妄想啊，则生死涅槃无所依据，离却了这个妄想执着性，什么都不妄想执着了，则云消雾散，生死之云涅槃之物啊，通通的消散了啊。这里面呢给我们开示的，生死犹如云，涅槃好是物啊，生死跟涅槃呢都是名啊，究其根本呢无我，就没有生死涅槃了啊。生死涅槃都是方法啊，就是法啊，生死涅槃也是法啊，生死是法，涅槃对生死啊，生死是生灭的，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啊。若离这个妄想执着啊，这个叫烟消云散了啊，通通的消散了，为是一心了啊。即所谓生死涅槃等空华者是也啊，就没有实事，就像虚空本来没有莲花一样啊。因为病眼见空花呀，眼睛看花了啊，望有花现啊，执着生死，妄执涅槃，本来没有。我们本觉的佛性啊，实相的离体呢，是离一切相的啊。我们那个眼睛啊，犹如有病了，望天空啊，望虚空，望时间长了，眼睛花了啊，然后眼睛花了，就现出莲花了啊。病眼望空花吗？就因为有花了。其实有没有花啊？没有花，眼睛花了吗？看时间长，眼睛花了。那妄想分别执着呀，这个我呀，就好比那个空中的花一样，有没有花呀？
没有，是妄现的啊。因为你的你，因为你不觉就有病了啊。现在的一切就犹如花，你不觉就是病，有我就有病啊啊。只有我的一切可不可得呢？不可得。本来有没有呢？没有啊。说涅槃呢，生死啊，本来都没有啊。我们本觉佛性，实相离体，离一切相，既没有生死相，也没有涅槃相啊。如果我们再妄想执着涅槃，对涅槃之境发实心境残覆，还是覆盖了你的本觉佛性啊。再执着涅槃相，还是有一物啊啊，还是覆盖本觉佛性啊，还是不能够究竟证得啊，还是不相应的。所以涅槃是假名啊，生死是不是假名啊？也是假名啊。从实相的离体来说，生死是假名，涅槃也是假名，这些通通都是法啊。说是无一法可得吗啊？地啊，大地有垃圾，显得很脏，清除了垃圾，干净了啊，干净就出来了，现出来了啊。对脏而说，干净啊，干净脏就没有了，也不要执着干净，干净也不可得啊。有垃圾，这个时候就叫脏啊，把垃圾清掉以后了，就是干净啊。那本来有没有脏干和干净呢？大家说有没有啊？哎，说不够也不净啊，够就是生死又到轮回有我，净的就是涅槃啊，涅槃就是清净啊。够和净要不要执着呢？够和净都不执着是什么？那就是一真，那就是常寂光，就是本来面目啊。所以说不够也不净啊，不够不净不是说是个有垃圾是脏，不是那个意思，说你的本觉佛性说的啊。你读心经要开悟啊啊。通过上面讲述啊，我们通达了实相，离了生死相，离涅槃相，如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住着，不妄想执着啊。生无生，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此岸即是彼岸，不是离开此岸，另有彼岸啊。此岸彼岸在心上啊，心上向外贪着妄想执着就是此岸，不妄想执着就是彼岸啊。大家要明白，就是用心，用心起心动念，有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有住了啊。《金刚经》里面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生心有住的就是此岸，此岸代表生死烦恼啊。生心无住就是彼岸啊，本来是彼岸啊，因为有住障碍了你的清净心啊，所以说给染污啊，给烦恼啊，给生死啊起个名叫彼岸啊，给本来的清净心呢起个名叫彼岸啊，给烦恼起个名叫此岸啊，此彼就在这一念心上。所以为什么我要转念头呢？念佛啊，就此彼都没有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没了啊。你也不能住此，也不能住彼啊，此彼是一不是二了啊。不妄想执着就行了，此岸彼岸在心上，更没有此岸彼岸可得的。生死即是涅槃，生死在心上，向外贪着妄想执着就是生死啊，不妄想执着就是涅槃啊。所以说佛教我们呢，要降服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要转啊，把妄啊转变成真啊，究竟显了最为直接，岂不快哉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不用周折啊。但不妄想执着，非生死非涅槃，就是一心啊，就离开生死也离开涅槃，就是一心啊，就是所说的生死本空不虚断，涅槃本有不虚求，
不断生死不求涅槃，不断生死就是离生死的相，不求涅槃就是离了涅槃的相，生死涅槃二元离异就是本心。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啊，生死也离了，涅槃也离了，离没离开啊？就念佛依法啊，超生死出轮回啊，念而无念，无念而无而念，就是依真法界呀 啊这个念佛是妙法，就妙在这儿了啊。因为我们呢虽然说学习般若经典啊，了达实相的法门，但是我们要保持啊，怎么保持啊？哎，你能保持不变吗？哎，时时起观照吗？怎么办？就用念佛依法来保任啊，以心印心，心心相印啊，心是性，性是心，就是妄心是真心，真心现妄心生妄心，妄归真，真现妄，真妄亦如，以心印心啊，这就是不二，不二就是一真啊，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不要在外面去找东西了啊，你持戒修行都是通通都是保持，不让你住境界，不让你生烦恼，生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得会用法，你不会用法被法缚，被法缠缚，会用法呢就叫解脱缠缚，不但不被法缚，还不会被五欲六尘，还不会被我所缚，我还有我现在境界就叫妄尘境界，妄心对妄尘生缠缚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彻底脱缠离缚啊。不求涅槃就是离了涅槃的相，生死涅槃二元离异就是本心的、啊、就是般若啊。般若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啊，啊，生死涅槃相都不可得啊，离开生死涅槃的啊，二元都离开了啊，就是本心，就是般若啊，起心去断去求，都覆盖了自性，反而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说，菩提只可向心觅，向外求玄就是迷了，向外一求就是迷了，因为本来就是啊，菩提涅槃呢，生死轮回呀、啊。都是你这个自性起作用照的啊，你不住生死其实就是涅槃，你不住涅槃就是大圆满觉啊，就是达实相啊。波罗蜜这三个字呢就跟大家学到这儿啊，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啊，经过修学般若契入了本心，几个假名就叫彼岸，生死没了，没是一心就是般若啊，更不立生死，不立涅槃，生死涅槃都是假名啊，心里面呢还有一个涅槃可得啊，那还不是涅槃啊，生死涅槃等空花，由心想生的啊，我们不贪生死，也不贪涅槃，不妄想执着生死，不妄想执着涅槃啊，这样就能够断除生死的妄缘啊，回归自性了啊，就是中峰禅师说的一念回光而一往，一念啊，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过头来啊，往哪儿呢？就往生了，往生常寂光，往生自性啊，舍妄就归真，这念头一转啊，放下就是啊，啊，当下就是啊，念念都是啊。悟明了实相，没有这些祸乱了，我们但不妄想执着生死涅槃就行了，最为利落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啊，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啊，这就得佛法的利益了啊。悟明一心日节相悖啊，经上说日节相悖呀，我们能悟明一心，通达实相的道理，就大开圆解了，啊，性相理事啊，因果啊，真妄啊，啊，实相啊，你都明白了，哎，这叫大开圆解了，就是彻底明白了，啊，你般若智照智慧现前了，不就彻底明白了吗？我还有我所，
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啊，生死还有涅槃啊，你们都懂了吗？乃至死法界你就都明白了，都明白了要大开圆解了。最重要是解什么呢？解佛真实义啊，佛真实义啊，就是实相啊，就是自性啊，依实相来修正啊。各位呀，修行佛法依什么呀？依自性啊，修行要依自性，自性是标准呢、啊、与自性相应的就叫修正。修行正的正的本心呢，不是要在本心以外修正什么，怎么修正啊？舍妄就归真，把妄想除了就是真呢、啊、就归真而已了啊。不是让你怎样修怎样修去了啊，实相是本来的，你看我手就是实相，本来就是实相吗？现在拿东西了吗？启用拿东西了，作用就能现象吗？这是指我手说的。要指我心说的呢，我看外面我想，看外面我想，心想的吗？啊，心有想吗？心无想，心有想了，有想就是妄想了，把妄想放下，不想不想就是真吗？你这简单不？你不想了那就是真吗？想完了我还能放下还是归真吗？我们在六道轮回里不就想完了放不下了吗？归不了根本呢，归不了自性了吗？所以佛让我们明白吗？明白性本空啊，能现妄境，能现象，本空能现妄相，妄相本来空啊，妄相于实相上它本来是没有的，说妄相也是空的，说不住妄相就是真如 啊，这简单不？你迷的时候就把手拿出来拿东西，什么是妄，什么是真，就明白了啊。把妄放下，不念妄就是真，你多简单。所以佛让你念自性，念自性念真呢，不念妄念真，念真就是真如自性吗？就是一吗？一就是一真吗？没有别的了呀。说你悟呀，你别悟偏了呀，啊，你得悟道上啊，那本体就是道啊，你得悟道，你不能离道啊，不是离道还要修一个道出来，没有了，修道就是把就是除妄而已了。妄想分别执着啊，不去执着往外面的境界，不生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心，那就在道上了啊。依实相法来修正，就是依自性啊，依自性来修正啊，自性是实相啊，念念与实相相应，就正得实相，正得实相也不要说正得实相，就是这样的啊，就舍妄相啊，就是正实相啊，和以实心来修正啊，离相真修和用妄心来修为日节相悖啊，这就是差距啊。用生灭妄识去推进修行，修到未来际还是生灭性，你看多可怕呀。就用妄想心呢妄识，用生灭的妄识心去推进修行，修到未来际还是生灭性。如果通达实相的道理的，但离一切相，不去妄想执着它，即可弃入本心啊。如果这样的修行一天，即可超过以实心修行多少劫，听到没有啊？啊，就是你修学般若这个法门啊，依实相起修啊，一天能超过用妄想实心去修行啊多少劫，你想一想啊，这就叫啊日劫相悖啊。你说我们这个得费多少力呀 啊得吃多少苦啊，大家不识本心，真的受尽了煎熬啊，到后来咋样啊？也成就不了，因为不达本不能归真呢、啊。还有一个心外的佛要成，还有个生死要了，还有个涅槃可得啊。所以说这样就没有办法当下弃入本心啊，还要走很多的弯路。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开智慧的般若法门，啊。
啊，他能了达实相，啊，他能不住妄尘，啊，不住妄尘就是归真呐，啊，了达真妄亦如，当下就大开圆解。如果不能悟明实相啊，就是盲修瞎练，啊，就像楞严经里面说的啊，蒸沙煮饭，啊，把一盆沙子蒸煮，煮到未来际还是热沙，不能成为饭本，它不能成饭啊。饭本呢，就是米是饭的本，沙怎么能是饭的本呢？啊，因为它不是做饭的根本啊，通达实相啊，才是成佛的根本啊。什么是实相呢？我反复讲啊，你看书啊，我以前讲过，看书啊，你看白纸上现黑字，你就开悟了。啊，我给你透露消息吧，啊，一悟一切悟，知道吗？白纸现黑字，你就知道性跟相的关系了。黑字是妄相，白纸是实相，能听懂不？头发是妄相，头皮是实相。白纸现黑字，一真起妄，没有白纸哪来黑字啊？没有头皮哪来头发呀？是不是？没有自性，没有嘴巴，哪来声音呢？声音是一什么有的呀？一根性就发出来的。没有性，要先要说先要意识本实相啊，根本吗？没有本的话，光有嘴巴能不能发出声音呢？上火葬场看一看，你就彻底明了了啊，你就开悟了。为什么呀？啊，有没有嘴巴呀？眼睛啊、耳朵、鼻子都在呢，身体也在呢，它也不能动了啊，都是本起作用的啊。没有本呢，没有本性啊，一层虚设啊，它不能起作用了啊，都是自性。说你要见自性，意识本体啊，从内往外觉，个个都做佛，能听懂不？内明实相了，内明实相，实相起作用，实相起作用，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身心世界都明了了。你不做佛做什么？从妄往内找佛，能不能找到啊？你反观也能找到，但是我们向身心以外去求佛，你能不能求到？没办法的，这样百千万劫也找不到佛。为什么呢？他不会反观，他不能内明啊，他就是没有闻到般若的经典，就像我们一样，学了这么多，什么学了这么多年，怎样啊？还是那么可怜。为什么瞎练盲修吗？遇事凶啾啾吗？我未除掉啊，啊，达实相，觅真我。假象，这我这个假象啊，又不执着了。你看真正老修的人什么样啊？吃不住不执着，穿不执着，谁我都不执着。什么好人呢？你善的，你恶的，你觉你迷的。通通都是弥陀佛，他不会执着啊！你不适合在这啊！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有味儿，身上有味儿什么什么的啊！你是魔鬼什么什么的。释迦牟尼佛天天跟魔在一起，在不在一起啊？你每天都跟魔在一起，你知道不？你知道不？这还得我告诉你啊！真的，我跟他说穿了，当你生妄想的时候，那不是魔是什么呀？你自性是佛，你生妄想，你执着分别，你就是魔。你天天跟魔在一起，你知道吗？怎么除掉魔？你知道吗？不生妄想分别执着，魔就没了呗。说念佛就降服了诸魔。啊，说佛呀，天天陪佛吃，天天陪佛睡，怎么这么修行也不到位？那佛也吃饭，佛吃饭，佛也睡觉啊，那不是佛在吃，佛在睡吗？那不也是你自性是佛，你怎么修行能到位啊？那怎么能到位呢？要认识自性是佛，吃饭也是佛，那上课也什么时候都是佛呀？啊，那一切境界执不执着呢？佛哪有执着啊？佛哪有分别？佛哪有妄想啊？佛哪有对立？佛哪有斗争啊？佛有这些心的还叫啥佛了呀？对不对？那不觉悟了吗？说谁能够了达实相，谁就叫佛。
我们不能了达实相，就着妄相，着妄相生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就叫凡夫了。佛跟我们凡夫什么差别？就是一个了达实相了，啊，般若智慧现前的，啊，清净平等心、慈悲心都现前的圆满觉悟了。我们跟佛的差别就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不明白根本，啊，所以不通达实相，啊，所以必须要见性成佛。不悟至心，学法无益啊！学法就是让你悟明心本啊！我们自己的本心还不认识，怎么学呀？啊，也没有利益呀！啊，以实心去修行啊，推进修行，就像入了迷魂阵一样，纠缠不清，总是系缚啊！放下这个，又抓起那个，总有个生死的把柄可抓的，所以必须得明理呀！啊，明白道理，依理去修正。道理不明白，怎么成佛？你能成佛吗？为什么让我们深入经藏呢？深入经藏，智慧开了，开启智慧了，智慧如海了，就能明白性相、理事、真妄、因果了，通达明了了。啊，你不明理呀，你不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无我，你不知道，所以你总得抓点啥吗？是不是？那你走路是看啥你都要捡啊？你捡东西了，你怎么样啊？你走路你看近着你也别捡，捡不捡啊？有一次佛说了啊，佛说有个人呢，佛和学生走路行，这不是行弘法吗？然后看到一堆金子啊，就是金砖的。这个阿难说了，说世尊呢，这金子我们要不要捡呢？佛说了，那是毒蛇，啊，我们走吧。佛没捡。那么过来一个父子啊，过来一个父子一看，金砖还了得了吗？啊，他们父子两个把金砖捡回去了。国库里面金砖，国库里的库银的金砖丢了，国王下令找。有人说他们父子捡到金砖了，捡到金子了，怎么办呢？国王下令把他父子抓起来了。然后他父亲就对儿子说了，世尊说这堆金子是毒蛇，我们不明白什么意思，把毒蛇带回家了，现在我们被毒蛇害了，咋样呢？进监狱了啊！你捡了你不充公，你不交公，说抓起来进监狱蹲监牢了啊！所以说我们世间人呢，走路啊，他不老实，走路就要行道，修道的人呢，在道上修道的人应不应该执着财呀、色呀、名食睡呀、五欲六尘呢？要不要搞斗争对立人我啊？不能搞这些，什么也不搞，就什么把柄都没有，一搞就有把柄了，知道不？就像你捡到金砖了，国王一查你捡去了，怎么办呢？抓起来，受不受苦啊？你修行人在这个菩提道上，菩提道就是清净的，就是圆满觉悟的，就是实相的，就是无相的。你我还会了几个人，这几个跟我好，你还贪点东西，这东西是我的，那哪叫菩提道呢？又堕到轮回里面去了啊！刚才我说这个行道啊，你不要得到什么都捡，知道不？你捡什么都是有物。你看我捡这个水杯是我的啊，这个银磬是我的，这个书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啊，这是我的啊，都拿过来了，快快拿，那是我的。大家说我有没有障碍啊？我把这个先放下，放下一个，你看，放下一分就挣一分啊，是不是？放下一分就挣一分，都放下了，都放下了，本来啥也没有啊，这都是我妄想分别执着造的，一大堆都是我的。修道的人干嘛？一个一个的放，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都放下了，放下了什么？放下就没有我了呗，放下本来就空了呗，本来就没有吗？这些有哪？这些有哪？都是妄想有的呀。修道的人，你别哈腰啊，知道不？直心就是道啊，一哈腰就捡东西去了，完了。这个是干嘛？就停留在那个境界上面，啊，就有障碍了啊。但是你要听懂了，我们学般若心经，我可没说让你做，这一坐像佛像一样，啊，你可别学呆了，知道不？般若妙智慧现前了，啊！释迦牟尼佛、诸佛都是因为般若
因为般若而达实相的，而证无上菩提道的，啊，六祖慧能大师这，你看五祖说了吗？啊，那个五祖啊，见六祖，六祖说了，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各位说，他生的是什么智慧啊？般若智慧，啊，他生般若智慧呀、啊，他离没离开现实生活啊？他离没离开那个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呀、啊？在哪儿成就啊？做微尘理，转大法轮，听没听懂啊？你别一天整生气整烦恼，在烦恼里面没烦恼，听懂没有啊？有我就有烦恼。般若智慧现前达实相了，一切都是虚妄的境界，虚幻的境界。就像身体是因缘生的，不可能它不变，因缘生的因缘灭掉无常的。你认识了实相真常，还执着妄相无常吗？啊，一个恶人通过教育都变成善人了，你还执着以前的恶吗？你不执着，你就不自然不执着了。他自性都是佛，你还执着他的相貌吗？也不执着了。所以慧能大师啊，他见性成佛了，见性了啊，正成圣了，他离开现实了吗？他吃不吃饭了？不吃了。不是咋弘法呀，你说对不对？他睡不睡觉了？谁知道啊？不知道，睡觉少了呗，妄想少了，饭吃的也少了呗，啊，说你别说打死我，我明白了，我饭我也不吃了，我要往生去了。怎么往生知道不？哎，怎么往生啊？从妄想回归实相，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念实相啊，念实相。就是往生净土了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把柄在那障碍你了。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有把柄啊，有把柄就是有业，有业就要有轮回，有生死啊。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些生死的把柄啊全部都放下了啊，再也没有了啊。那个哪个大和尚有个紫金钵，那个啊，他就有把柄，他有个紫金钵，皇上赐给他的，但他修行特别好，入涅槃，入定了，啊，入定了。那个虽然他入定了，但是他有贪心，有贪心就有把柄。那么，阎王就派小鬼去说，把他给我抓来，啊，那什么来呢？啊，金碧峰哈，啊，然后那个小鬼来抓他来了，抓不着的呀，就问土地公说，土地公，我怎么能抓到他呀？啊，他问那个善神，善神说啊，他就有一个紫金钵，他最喜欢的啊！你要想抓到他呀，你得敲这个紫金钵，一敲紫金钵，金碧峰就出来了啊，就出定了啊！出定一看，哎呀，这个阎王派人来接我来了。你看你迷了以后啊，得阎王来接你啊！阎王派谁来接你啊？俩人啊，无常，哎，迷的就是无常啊！无常，你执着无常，一下就迷了。黑白无常什么意思啊？黑无常白无常，它不是有俩人，你听懂没有啊？无常代表变化的意思，你执着无常变化的假象，你就迷到生死轮回里面去了啊！你要会理解呀，都是表法的呀，不是脸白叫白无常，脸黑叫黑无常，不是善也是无常变化的，恶也是无常变化的。所以黑白无常代表六道轮回，白的代表善，黑的代表恶，叫黑白无常，善恶都是变化的，无常变化的啊。那么你执着依法，执着紫金钵，也是黑白无常，也是生死变化呀。也虽然是入定了，但是有究不究竟啊？不能够究竟，因为还有尾巴呢，还有把柄呢吗？人家一敲你就出来了，不是把柄吗？啊，他说你给我一会儿时间吧，他把钵一摔，完了哪去了？没有把柄的啊，就像太阳在虚空的。没有一点牵挂呀，有没有牵挂？所以说这长明啊，如果心地里没有牵挂呢，叫自性长明，叫常放光啊，啊，叫无量光啊，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虽然我们有烦恼，但是我们要把烦恼照破啊。每天呢，要与每天每时每刻呀，要起观照，要与你的实相本性相应啊，你不能去找妄想。找妄相是生死啊，找妄相有轮回，但是生死轮回都是假的啊，所以必须得明理，明白道理了，依理去修正啊，
才可以得利益啊。不悟至心，学法无益。纵然呢，造点善业是有漏的善啊，今生造了，来生得福报，在福报上迷了，又造业，将来第三世堕落苦轮。所以不悟至心，学法无益呀。我们发心出家修行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五始劫来那个啊，五始劫来啊，这个种上那个无上菩提的种子，这个圣因。但是我们今生呢，一定要真的走上那个成佛之路啊，要像刚才啊，佛说的那样啊，像心经里佛说的那样，像祖师大德开示我们那样，要识本心，见本性，念念都与真心本性相应啊，心不住妄尘，妄尘有生死，是无常变化的。你住妄尘，你就堕到生死轮回无常变化的假境界里面去了，这就叫迷惑颠倒了。说要真发心，要真干，时时刻刻心无所住，心无挂碍啊，用佛号来护持你的念心啊，叫真护持啊，叫慈悲护念，用戒定慧来护持你的念心啊，使心不住外面的沉静啊，在境界里面不住静静，境界就叫智慧啊。如果在境界里面住境界，就叫妄情，妄想生情执，人事物的境界，就把我们自己给拉下了生死轮回的苦海里面。所以我们要出离苦海，如果了达心本无一物，挂碍就没有了啊！你不要牵挂什么，你牵挂什么都不行啊！为什么？你如果太阳牵挂什么，太阳还能放光不了？太阳还能转不了？没办法，就停在那块了。你牵挂什么，你就停在哪个境界，是不是？说心无挂碍啊，因为心本来就没有挂碍啊，本来是清净的。好了，今天我们就学波罗蜜啊，明天我们来学多心经，好不好，各位？啊，感恩各位法师，也感恩各位菩萨大慈大悲的给我们一次机会来学习。我是跟大家来学习法师讲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是照本宣科啊，鹦鹉学舌。如果有学舌不圆满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原文，就是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感恩各位，阿弥陀佛。真明亮。